哈，顾命，大家一定爱成功哦！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也讲声的对啊，所以外国人登那求道登去，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也容易哦，伊那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什么。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喺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迄度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的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下等于。啊，电文书各位真人，大家好，大家请坐。啊，不敢当。好、哦。啊，咱拄只第一节课，安尼讲的速度敢会伤紧？没哈，没有听到。哦，好。啊，再来后下哦，讲第二节课哈。啊，对金门回来了后，后下就去算正开始嘛，回去台北。你台北办到啊，迄个时阵，阮有一个王讲师，伊咧开安亲班啊，后下去遐斗三工。斗三工有一摆吼，阮就带迄个国校啊三年。一年嘛有啦，一年三年，拢总有六个学生，伊就讲要求道，啊，甲因讲，我就讲啊，明仔爱穿整齐服装，哦，穿学校制服，咱来求道，啊，大家乖乖，啊，学生大家算完了真心笑，伊就问啊，讲老师啊，求道是要拜什么？我就讲拜仙佛啊，啊，就开始问啊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哇！哦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其实咱讲的仙佛长什么样子，拢是咱想出来的。哦，正港的仙佛生做啥款，咱唔捌看过嘛，对不？咱看无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这囡仔太安尼哦，这个手、口齿这样啊伶俐的安尼吼。啊，就讲啊，只要你吼、哦，明仔乖乖的，你就会看到仙佛啊。哦，安尼就会看到仙佛好。啊，过天刚因就讲好，安尼我要来看仙佛，啊就六个就来。不等吼啊，因为囡仔嘛，所以就无开始道义，就直接请单。啊，请单点文书，迄、那个请坛词啊，一念落吼。啊，念落了后，迄内底啊，因六个原本徛好啊，真整齐啊。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：啊，老师，紧走哦，不等有鬼哦！哇，哈哈听出来哇，一个出来，大家就拢走出来啊，拢哇，紧走，紧走，走出来。走出来后，甲王讲师就约出来啊！王讲师约到了，讲胡说啊！佛堂怎么会有鬼？佛堂太有鬼！用哇，老师你敢无看到？哦，迄一个几啊百只手、几啊百粒目睭的鬼在佛道面顶。嗯，各位先生，恁想这是啥物？嗯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嗯，咱请单一请落，伊就看到，迄囡仔看到了，阮其他拢戆戆。但是来对，我讲啊，这个就是仙佛啦，进来进来。但是我跟王讲师的底下就讲，这胖来乱的款，这个囡仔无乖的啦吼，无乖。啊，过来，咱请坛了的爱跪读深情哇，啊，就跪来，啊，就开始哦，啊，就跪在三哎什么，明明上帝莲下，又升起三奇音韵，弥勒古佛。哎，六个另外一个，不是拄正讲迄个哦，另外一个，伊就向闭耳闭佛道讲，哎。肥滴肥滴肥滴坐伫佛道面顶，哈哈哈哈哈！因为，嘿啊，哦，我着胡说胡说，嘿，哦，啊，结果求道了，阮三宝分开来讲嘛，伊面顶着和迄个可能大学生因还是社会人士，啊，老卡为因这种国小的讲，啊，传来阮穿堂遐都有一张。弥勒戏白纸啊，那就是弥勒咒书啊，囡仔拢伫巴肚顶白有无？伊就讲啊，拄只迄就是这個，哦，你看，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，干那楼卡有尔，啊，伊伫楼顶就先讲，哦，讲都是这个，哦，这实在不可思议，哦，我啊，过来继续，迄伫板道的时阵啊，我就甲王讲师，奇怪啊，因太看有，我开始问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伊有看到。啊，剩一个嘛，剩一个无，啊，就板刀板刷啊，板刷，我就带落来，带来就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哦，不是你啦，吼、哦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哈哈，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，怎么你看不到？那太你无看到，
刚刚你没看到，结果他说谁说的，我有看到，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。他说他怎么有看到，他看到跟那不一样。那我们就很心想，我问说、你到底看到什么，因为他看到的都对外面下来，都对外面飞下来，因为他看的那个对佛顶啊，佛顶照出来，他说那个佛顶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而且一粒头对那个不出来的。他说出来吼，那个很吵的，那个很吵的、就是我们老师啊，我们这公老师啊，说那个很吵，呵呵啊很吵的，老师来了，他说刚开始就四界走，四界走，说我们这些徒儿啊，怎样的啦，还是说心情郁卒的，他就给你灌酒啦，给你看，其实我们都不知道，这是孩子说，孩子说，我们就问了，说老师手有拿什么吗？他说有，他有拿一个开心，但是那个吼，开心，现在用那个草稻草啊，有哦，哦，稻啊，落拔起来那种的，啪啪啪，足大声。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啊，伊讲确实咱老师的法器是起那种，哦，蒲扇啊，那种的啪啪啪那种的，哦，安尼看起来这囡仔嘛无共骗的，哎呀，因大家拢有看到。哦，啊，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，讲啊是安怎因看有，啊做音波书还是看无，啊。呵呵哦，这应该是安怎嘞？哦，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，这个道确实是有啦。哦，咱讲有神佛。啊，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仙佛指教有哦，咱都无照翘。但是你讲无照翘，敢真正无神佛？你看慢慢啊应景真济。哦，咱咧有迄讲法会现场图有哦，最近有迄印尼的道亲画出来有哦。哦，这确实是哦，咱这个殊胜哦，不得了啦吼。哦啊，所以后下伫台北，我那搁伫遐做工课，做尾差不多半年，我还未挖一年啦。还未挖一年，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，唔是讲做正职的迄种诶，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。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礼拜去几工啊，安尼。啊，但是咧，厝内底诶人可能唔是安尼想。你看咱时代，咱拢会安怎想？啊，这囡仔。你那毕业，还是讲你那大学毕业，照你讲，就爱赚钱啊，爱饲家啊。他有人讲，哦，啊去台北啊，拢无提钱回来，啊嘛唔知影你做啥，安尼啊。所以因都有淡薄啊反对啊，有淡薄啊反对。啊反对慢慢啊，就变作压力啊，就讲啊，叫校校一定爱回来咧，彰化这边啊，校校就想讲，安尼嘛好咧，无较早自高中出来，拢无回去算彰化遮。啊，那无即阵回来彰化才生存，安尼嘛是会使的。所以后下呾对台北回来彰化，啊，回来彰化的时阵，后下就伫佛堂家，甲咱老师讲，我就讲啊，老师放心，我回来阮彰化，啊，后下即个心嘛是袂退啦，我回来遐适当，即下回来遐生存阮的亲戚朋友，安尼。但是吼，后下你发现吼，真来会甲师父讲这种话，大部分拢是准备要退。上好吼，咱平常吼，卖去甲神父讲哦，我就是一定要做啥，你先去做，再过来讲。你底下讲哦，打包票甲上阿尾啊，迄种立愿不了，无好。你宁可你先去做，做偌济再过来，拄到问题无法度解决，再过来找老师讲。安尼可能较圆满啦。你卖讲先画，画画诶，甲上阿尾啊，哎呦，规个拢安怎，足够讲诶，但是啊，就还慢做，安尼就无好吼。哎呦，啊，刚才讲话了。啊，就开始找工课。啊，拄啊，迄年算咱拿以台湾来讲，这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，就是脚踏车的工业，自行车啦。这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，但是后下到八十几年，遐吼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。啊，所以后下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咱这都做这道应该够出头，所以后下就去找这种脚踏车的零件。啊，就做这道，啊，这道当然，一做利润是真高，但是压力嘛真大，时间做工课，时间就真长，所以有的人吼，当然咱无钱去赚钱，当然是好啦，对吧？但是你若归心干那想钱就无好，安尼敢无了解？对吧？你互人看，哇，那明明是迄个钞票才有的面，就变作你，呵呵变作扑克脸啦。那就讲，那无利润的物件，你拢懒得去的对啊，无报酬的物件，无都无啥想要去。就是讲，咱的私心就变作足重的啦。哇，这种嫉妒心、嗔恨心，哦，逐项拢出来。啊，所以正开始来道场，等来彰化的时候，学校正开始嘛在接引道场，但是慢慢啊，
咱家己就会有一种能够压格的对吧？家己压格吼，啊，就底下讲啊，佛堂点完书对我有意见啦，啊，我无适合遮啦。咱家己会靠家己找借口，你知道？会有借口，你要慢慢啊，全部来接近。啊，来接近，后下就开始拢趁钱啊。早时啊六点出门，甲差不多暗时啊十一点回来，规工咧趁钱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后下我那算退过道，哦，算讲。后下捌伫道场真诚心，但是后下慢慢哦，因为着做工过，后下出去社会啊呢。虽然讲迄个心还袂断啦，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，我嘛是会断来发挥，可能嘛会断来一两点钟看者就走啊安尼。但是这种的在讲修道办道，我感觉讲袂过了。啊，就是讲迄个时阵后下就变作这款的人。啊，你想讲这款的人，其实上天同款慈悲，就讲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，啊，照你讲。过来发生车祸，那遐严重的车祸吼，大部分拢倒去啊，拢倒去啊。啊，结果神父感官因为哦，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，我那有诚心，所以甲你拨转。啊，有遐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，就出车祸，出车祸。啊，迄摆车祸真严重。有遐早时啊，差不多七点半，迄工操七点半出门。啊，七点半出门，我拢行转到迄参花路。迄参花路，阮迄边遐拢重划过的吼，我那真大条啦。一台车会使行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。哦，一台车会使行，啊，我拢行迄个水板，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，我经过十三个庄吼，我就行迄条圳沟边的路。啊，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，差不多20公尺悬。啊，后下阿多摆对面顶撸落嘛，撸加撸落，撸落阿端。撸来对面嘛，有一个少年囡仔，伊要安怎要爬起来，所以伊油门往哪喏，吹甲紧绷，啊，两只怎烧拢？哦，两只阿多摆对阿多摆安尼烧拢，弄落，后下人甲阿多摆怎正手柄这条水沟就安尼个弄落，弄落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，摔落安尼，规个人就戆醒去啊！啊，戆醒去，他过应该是他几秒钟啊，尔啦，吼，无足久个。有下就搁精神啊，搁精神，我徛伫迄个路中，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，甲有下弄迄个囡仔，我就足紧张，伊就牵伊啊，都摆徛啊，就吹咧，啊，就紧走起啊，哦，肇事逃逸啦，吼，哦，哎，啊，过来有下就看，哎呀，伊太遐紧张，搁在看，哎，水沟内底，我才看到水沟内底有一只阿多摆啊，啊，阿多摆啊咧，阿多摆搁缀一个人，迄个人吼，迄上半身啊。藏伫水内底，哦，倒插就对啊啦，啊，两只脚伫水面顶，倒插插伫水内底。哎呦，看到伊安尼，我就讲，哇，这个安尼胖要死去啊，紧来甲救。啊，要来救的时候，才发现讲，哎，啊，这只阿多巴都我的咧，啊，这个都我咧，哈哈，那才发现着讲，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灵魂出窍。哦，这算客气啦，迄叫做要过身哦，要过身这才出来，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，加厉害个，迄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，不是讲灵魂出窍，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，那要安尼我这阵就用出来，不是，迄是讲要过身啊，哦，迄从鬼口开安尼有啊，所以灵性先出来，咱家唔知捌看过人过身无？过身真正不是咱喘者喘者喘者，迄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，哦，灵魂已经出来。啊，后下迄个时阵看到家己伫遐，我才了解讲啊，拄正出车祸，我即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啊。我后摆咱若有这个机会，看到这种的，就是讲看到家己听啊，做歪起来，甲话歪起来，啊，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毋只爱修道，爱办道。咱即阵修道办道，互咱了解讲哦，咱人走去了后，还阁有一个世界伫咧。哦，这点后下即阵就是是安怎今日点万书会摆后下来，上主要嘛是甲各位前人讲这个。是讲，唔是讲死了后，虾米拢无啦？啊，有死过一摆，所以我甲你讲，死了后佫真侪，佫有啦，佫有吼、哦。啊，有法就看到安尼啊，我就迄、那个等一下，迄、那个时阵吼，迄、哦、有一种美术，咱即阵录放影机同款安尼，一直放，一直放，哎、啊，画面就一个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啊，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有法伫台北，我已经学堂，我要回来的时阵，甲老师甲师傅讲的话，我要回来，阮到遮学学堂。我要回来这道完结的众生，后下的第一个就是愿啦、愿啦、愿力啦。所以有当时啊，确实是安尼。咱若拄到
足危急的时候，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，还是你的愿力较大。你的愿力较大，你就继续安怎？继续了愿呐。啊，你若业力较大嘞，你就还债啊，你就可能就一命呜呼啊，就归心去啊。啊，所以咱有修道无修道，确实有差在遮啦。有的人破病病较正当，但是嘞，伊就妄行妄行，行到啥物啊？行煞，赶快生软如棉啊！这嘛是一种情形。啊，有的嘞，伊都破病出车祸，该死安怎？无死有哦，这种的就是啊，像后学者就是，因为伫道场有咧修，有咧行，拄到的时阵，师父帮咱拨转一下安尼啦，都无遐严重。啊，后学就想讲啊，安尼这条弯我未了，啊，我若转去，我嘛是这条弯无了，我嘛是爱阁落来啊。安尼，假使讲我即阵卖转去，我对遮看有较机会了完无？我安尼想吼，咱求道求道的时阵啊，咱求道在座哪有人无求道？我即阵讲的你都唔知影，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？因为即件代志只有求道，只有点传师才会用来做。就是讲求道，咱点传师甲咱点的即点玄关窍，后下个灵性对倒位入来呢？对即点入来，入来玄窟哦，对外口哦，安怎个雄雄？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、会唱水过啊、会遁地？哎，确实，吼，有法个怎灵性呢？落水入来胸窟，入来胸窟了，真疼，胸窟足疼啊！因为迄弄着阿妈棍啊，所以胸窟足疼，有法就想要爬起来，因为藏伫水内底啊，想要爬起来，一出力，这个灵魂佫走出来。咱家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？啊，生菜沙拉。咱煮个沙拉，毋是在沙拉甲加一空，啊怎安尼煮落有无？沙拉就走出来。后下迄个时阵，就有这种感觉。我一出来，袂输迄个人，就怎啊好生出来，怎飞出来？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就是讲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走出来，走出来后下就讲我不爱啊，我出来就死去啊，我要搁回来啊，搁入来，搁试看卖，搁出力，搁走出来。等于讲这个身躯吼，时间要差不多去啊，无法度再力啦。哎呀，所以后下怎搁入来了，我唔敢出来啦。你出来就搁走出来啊，所以我就不爱出来，我就用想的，想讲我要站起来，我要活下去。正讲那是讲被挖不爱挖的时阵，差别就是差的啥，叫做意志力啊，意志力，一种意志力，被挖起来迄个意志力，后下就我一定要挖起来，我一定要站起来。啊，讲嘛奇怪，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。后下怎站起来，看到迄个光。就是头颅啊，压叮当了，对啊。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？啊，看到光了后，啊，阿妈棍足疼的啊，我规个人就搁晕去啊，搁昏去啊。啊，昏去差不多过30分钟，我那接啊，离我出车祸的所在有2公里远啊。我那接啊要出门，啊，伊怎对因兜出来，怎看到讲，啊，他有一个少年囡啊，趴伫阿多巴啊面顶，哎，阿多巴啊噗，甲因兜怎停落？停下来，我那即下就想讲，哇，这是安怎不良少年跟人相拍，紧要去报警察啦。我那即马出来才讲啊，这都啊，这个因后生啊，才紧甲后学再去病院。啊，后学去病院了后，就报警察啦，因为迄伤较足严重啊，可能会过身嘛，所以就先报警。啊，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啦，对我那即下因兜开始找等于。啊，找到现场，伊就讲啊，这哦，家己骑伤紧，弄电火条啊，哦，那是警察来说法啦。啊，结果因就讲啊，那弄电火条是安怎？他有2条刹车痕迹，啊，过来嘞，涂骹全部拢碎片，系啊，啊，过来水沟啊内底嘞，装油甲火，哦，可见这是安怎有出车祸的。啊，警察讲啊，安尼啊，多摆啊是安怎？他会对水沟啊，佮走起来路中，啊，佮对路中佮骑2公里。去看那只引导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，就是讲，有法感觉讲，哦，神佛确实有大力士的先佛，哦，就是讲神佛有人有足有力的神佛，哦，伫把甲咱帮助，咱修道办道吼，确实这神佛有滴庇佑啦，有法的感觉吼，啊，迄这种庇佑唔是讲哦，你有行道场才有哦，迄是讲你这个人呐修道有有求过道，基本上。神佛就给你肯定就对了，哦，仙佛就给你庇佑。啊，后下断完了，阮爸爸想讲啊，这阿多拜啊，都要搁会徛啊，无来甲牵来修理。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，头前链啊，卡掉的啊，发袂起来，无当紧。要牵袂行，迄个链啊，了弯卡掉的。
啊，奇怪呢，迄个时阵阁有通骑两公里呢，嗯，所以有阵时候若要讲这吼、個，要讲红信，我拢讲，这有阵时候要讲红恁信就歹，因为吼、我家己都唔信，我都唔信，因为后来我再去看，我太有可能这阿东哎对，这水沟阁飞起来，路中阁对路中塞两公里去弯道，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，吓，事实就是安尼，连那警察都唔相信，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，吓。写肇事逃逸，所以有黑这阵是案底的呢，我有案底的啊，阿未销案哦。哎呀，迄哪讲残尾也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，也是掠到一种但啥飙车主，也是超速的，有阵时就会找有黑去看卖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啊，但是这要怎应证？这就是讲机联工啊，开始天恩师德了。啊，过来就送去病院，其实这大家有黑拢昏去啊，我拢唔知道发生啥代志。啊！伫病院的时阵，有较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，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拄喺医生啊，医生拿一支眼啊呢，全摄出来啊，直接咧动手术，啊扭出来啊，有较怎痛甲精神，精神看到医生摄出来，迄唔知咧说啥，过来就讲，范生你醒了，再忍一口气，啊怎过就，吼，过来咧动手术啦，啊有较可怜啊，我伫遐安尼拽安尼拽，对遐吊安尼。啊，疼疼到啥，要动袂掉，搁安怎？搁昏去，啊，无就吐白泡有啊，搁昏去，咬到嘴个规个嘴即拢流歪歪安尼啊，算讲处理极点啊，真痛苦。哦，好啊，就伫遐急救啊，才救到十二点。哦，十二点，有法在是时间拢用按，哦，用按的尔。我其实我唔知影时间啊，但是应该差不多啦，因为你着看，差不多中昼因休困，哦，啊，电话测暗可能是差不多中昼。啊，中岛手术了，啊，伊迄个医生就讲啊，范先生，哦，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啦、啊，因为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，有块空嘴对后边只，对只插入，啊，对头前只插出来，拄好换的就对了啦，安尼了解啦吼，换的安尼切出来，啊，切出来，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嘞，啊，比咱这个背啊较大个，嘿，空嘴这个规个怎啊，狠狠一平安尼无去就对了啦，哦，大家你去想看卖这。哦，偌恐怖的对吧？嗯，真恐怖安尼。啊，过来，迄医生就讲吼，你这有颈动脉、有气管、有颈静脉，讲你这好加载。你的气管动脉无断，你断静脉。但是伊讲你这嘛足奇怪，他有人讲这边无断，啊内底煞断。咱安尼是毋是无合理？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？他有可能讲这无断，啊后壁会断。啊，事实就是断这条。哦，啊！但是虽然这阿妈棍即大家这气管无断哦，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，我呼吸这拢会漏风会痛，所以这嘛拢有受伤足严重诶。啊，医生讲，你那是这动脉断吼，你落落水过三十分钟，你这上来这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。讲你那是断气管，你过落落水内底多啊喏，窒息有啊，哎呀，马上就窒息，你嘛晕死，你拄好带去。即、这个静脉断啊，静脉会滴老会较慢，吼、哦，愈老愈慢，所以讲你来病院的时阵啊，血压量无啊，量血压量无呢，哎，输血拍袂入去啊，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，迄血拍袂入去，伊结果伊安怎拍？讲你只拄啊断一支，伫只拄啊对一支直接接入，哦，对静脉直接接入去的对啊，接入去输血啦，安尼啊，啊才救起来，哦，所以有较感觉讲，你。就算讲出车祸嘛，是车祸甲嘟嘟啊好安尼，那天恩师德啦。啊，过来医生我讲，伊讲你这伫我家吼，爱观察三天，我才敢甲你听，因为惊讲清无清气，讲落来搞啊，你这种沙啊啥拢伫内底，用我才爱清三天，我才敢甲你手术。啊，讲啊，你若要较紧呢，你就转去较大间呢。啊，所以迄暗，我爸爸就底下想讲。这应该是一间病院安怎？技术无够，你若技术够，当然你青伤一定紧天才对啊。他有讲青伤，搁等三天会死未死？接过来决定讲要天歪天，安尼就无合理啊。所以去暗就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。啊，秀团病院去暗去就暗啊暗啊，医生拢讲啊今日伤暗啊，咱手术房无位吼，啊无你明仔再动手术。啊，今日先做检查，伊就规个检查哦，电工啦、X 光啦，哦啊，超音波啥拢定做得着。啊，定做伊迄个像照电工是毋是？安尼搬过无？规个人爱换温层啊。
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先看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摸，叫怎扭起来吼，有法这个头啊，怎落落来，规个落落来，爱血怎自己个流落来，流落来，有法就袂输啥呢？袂输咱即阵在安尼怎雄雄禁电去，你着啊电火雄雄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拢无感觉去，爱护士紧甲这个头安尼压起来。啊起来，啊就马上阁转来，哎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，但是咧，有一个，规个头壳拢血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腔啦，还是咧目睭感觉。啊，电文书各位真人，大家好，大家请坐。啊，不敢当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拄将第一节课，安尼讲的速度敢会伤紧？没吼。没有听到。哦，好。啊，过来休学哦，讲第二节课吼。啊，对金门回来了后，休学就去算正开始嘛，等于台北。你台北办到啊，迄个时阵，阮有一个王讲师伊咧开安亲班啊，休学去遐斗三工。斗三工有一摆吼，阮就带迄个国校啊，三年一年嘛有啦，一年三年吼，拢总有六个，六个学生伊就讲要求道。我就跟他們說，我就說啊，馬仔要穿整齊服裝、哦、穿學校制服，我們來求道、哦、大家要乖乖、啊、學生大家算完了很心血，他就問說老師啊，求道是要拜什麼？我就說拜仙佛啊，他就開始問啊，仙佛長什麼樣子、哦呵呵哦、仙佛長什麼樣子，其實我們說的仙佛長什麼樣子都是我們想出來的，這樣的仙佛生出什麼樣子我們沒看過嘛，對吧，我們看不到，所以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这囡仔太安尼，哇，这个手、口齿叫你要伶俐着安尼吼，啊，就讲啊，只要你吼，马仔乖乖的，你就会看到仙佛啊，哦，安尼就会看到仙佛。好，啊，过天刚因就讲好，安尼我要来看仙佛，啊，就六个就来佛堂吼，啊，因为囡仔嘛，所以就无开示道义，就直接请单，啊，请单点完书，迄、那个请坛词啊，一念落吼。啊，念落了后，迄内底啊，因六个原本徛好啊，真整齐啊。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：“啊，老师，紧走哦，佛堂有鬼哦！”哇，听出来哇，一个出来，大家就拢走出来啊，拢哇，紧走，紧走，哇，走出来，走出来以后，甲王讲师就约出来啊。王讲师约到了讲：“胡说啊，佛堂怎么会有鬼？佛堂太有鬼！”因为哇，老师你敢无看到哦？欸，一个几啊百只手、几啊百粒目睭的跪伫迄佛道面顶。嗯，各位真人，恁想这是啥物？嗯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嗯，咱请请单一请落，伊就看到，迄囡仔看到了，阮其他拢戆戆。但是迄内底，我咧讲啊，这个就是仙佛啦，进来进来。但是我甲王讲师的底下讲，这胖来乱的款，一、這个囡仔无乖安尼啦吼。好乖啊！过来，咱请坛了，就爱跪读深情哇！啊，就跪落来，啊，就开始哦，啊，就跪在三哎什么？明明上帝莲下，又升起三奇音韵，弥勒古佛。哎，六个另外一个，不是拄只讲迄个哦，另外一个，伊就向向比诶，比佛道讲，哎，肥猪肥猪肥猪坐伫佛道面顶，哈哈哈哈哈！因为嘿啊，哦，阮就胡说胡说，嘿，哦。啊，结果求道，求道了，阮三宝分开来讲嘛。伊面顶就和迄个可能大学生因，还是社会人士，啊，老卡为因这种国小的讲。啊，传来阮穿堂遐都有一张弥勒戏白纸啊，那就是弥勒祖师啊，囡仔拢伫巴肚顶白有。迄个啊，拄只迄个是啥？哦，哎，你看，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，干那老卡有尔。啊，伊伫楼顶就先讲，吼、哦，讲都是这个。哦，这实在不可思议哦！我啊，过来继续，迄滴板刀的时阵呐，我就甲王讲师，咦、欸，奇怪啊，因太看有，就开始问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有看到，啊，剩一个嘛，剩一个无，啊，就板刀板刷，板刷，我就带落来，带来就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哦，不是你啦，吼、哦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。怎么你看不到？那太你无看到，刚刚你无看到，结果伊讲
谁说的？我有看到，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。因为我哪有看到？他看到跟那不同款。那我们就真心想，我问说，你到底看到什么？因为他看到的都对外靠下来，都对外靠背下来。因为他看的那个，对佛顶啊，佛顶照出来，他说那佛顶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而且一粒头对那佛出来的。他说出来，哦，那个很吵的，那个很吵的，就是我们老师啊，我们这公老师啊，说那个很吵的，很吵的，老师来的，他说才开始就四界走，四界走，说我们这些徒儿啊，怎样的啦，还是说心情郁卒的，他就给你灌酒啦，给你看，其实我们都不知道，这是孩子说，孩子说，我就问了，说老师手有拿什么吗？他说有，有拿一个开心，但是那个开心，现在用那个草稻草啊，有无？哦，那稻啊，落拔起来迄种的，啪啪啪，足大声。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啊，伊讲确实咱老师的法器是拿迄种，哦，那蒲扇啊，迄种的啪啪啪，迄种的。哦，安尼看起来这囡仔嘛无共骗的，因大家拢有看到。哦，啊，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，讲是安怎因看有，啊，做因波书还是看无？讲这应该是安怎嘞？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，这个道确实是有啦。咱讲有神佛，啊，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仙佛指教有哦，咱都无照巧。但是你讲无照巧，敢真正无神佛？你看慢慢啊应景真济。咱咧有咧讲法会现场图有哦，最近有咧印尼的道亲画出来有哦。这确实是哦，咱这个殊胜吼、不得了啦吼。啊，所以后下伫台北，我那搁伫遐做工课，做尾差不多半年，我还未挖一年啦，还未挖一年，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，唔是讲做正职的迄种的，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。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礼拜去几工啊，安尼。啊，但是咧，厝内底人可能唔是安尼想。你看咱时代，咱拢会安怎想？啊，这囡仔。囡仔毕业，还是讲囡仔大学毕业，照你讲，就爱赚钱啊，爱饲家啊。他有闲讲，哦，啊去台北啊，拢无提钱回来，啊嘛唔知影你做啥，安尼啊。所以因都有淡薄啊反对啊，有淡薄啊反对。啊，反对慢慢啊，就变作压力啊，就讲啊，叫校校一定爱回来咧，彰化这边啊，校校就想讲，安尼嘛好咧，无较早自高中出来，拢无回去算彰化遮。啊，那无即阵转来彰化才生存，安尼嘛是会使的。所以后下呾对台北转来彰化，啊，转来彰化的时阵，后下就伫佛堂遮，甲咱老师讲，我就讲啊，老师放心，我转来阮彰化，啊，后下即个心嘛是袂退啦，我转来遐适当，即个转来遐生存阮的亲戚朋友，安尼。但是吼，后下你发现吼，真来会甲神父讲这种话，大部分拢是准备要退。上好吼，咱平常吼，卖去甲神父讲哦，我就是一定要做啥，你先去做，再过来讲。你底下讲哦，打包票甲上后尾啊，迄种立愿不了，无好。你宁可你先去做，做偌济，再过来拄到问题，无法度解决，再过来找老师讲。安尼可能较圆满啦。你卖讲先画，画画诶，甲上后尾啊，哎呦，规个拢安怎，足够讲诶，但是啊，就还慢做，安尼就无好吼。哎、哦，有下当来讲话了。啊，就开始找工作。啊，拄啊，迄年算咱那以台湾来讲，这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，就是脚踏车的工业，自行车啦。这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，但是后下到八十几年，迄遐吼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。所以后下迄个时候想讲，哇，咱这都做这道应该够出脱，所以后下就去找这种脚踏车的零件。我就做这道，啊，这道当然，一做利润是真高，但是压力嘛真大，时间做工课，时间就真长，所以有的人吼，当然咱无钱去赚钱，当然是好啦，对吧？但是你归心干那想钱就无好，安尼敢无了解？对吧？你互人看我呢，那明明是迄个钞票才有的面，就变作你，变作扑克脸啦。那就讲，那无利润的物件，你拢懒得去的对啊，无报酬的物件，无都无啥想要去。就是讲，咱的私心就变作足重的啦。哇，这种嫉妒心、嗔恨心，我逐项弄出来。啊，所以正开始来道场，等来彰化的时候，后下正开始嘛在接引道场。但是慢慢啊，咱家己就会有一种
人讲压价的对，个咧压价吼，啊，落底下讲啊，佛堂点文书对我有意见啦，啊，我无适合遮啦，咱家己会好，家己找借口，你知道？会有借口，你要慢慢啊，全部来接近。啊，来接近，后下就开始拢趁钱啊，早时啊六点出门，甲差不多暗时啊十一点回来，规工咧趁钱就对啊。啊，所以后下我那算退过道，哦，算讲后下捌伫道场真诚心，但是后下慢慢哦，因为着做工课，后下出去社会啊呢。虽然讲迄个心还袂断啦，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，我嘛是会断来啊。发挥可能嘛会断来，一两点钟看者就走啊，安尼啊。但是这种诶，即讲修道办道，我感觉讲袂过啦。啊，就是讲迄个时阵，后下就变作即款诶人。啊，你想讲即款诶人，其实上天共款慈悲。就讲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，啊，照你讲，过来发生车祸，那遐严重诶车祸吼，大部分拢断去啊，拢断去啊。啊，结果。神父感官，因为哦，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，我那有诚心，所以甲你拨转。啊，有下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，就出车祸，出车祸。啊，迄摆车祸真严重。有下早时啊，差不多七点半，迄工操七点半出门。啊，七点半出门，我拢惊转到迄参花路，迄参花路，我那边遐拢重划过的吼，我那真大条啦，一台车。会使行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。哦，一台车会使行，啊，我拢行迄个水板，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，我经过十三个庄吼，我就行迄条圳沟边的路。啊，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，差不多20公尺悬。啊，后下啊，多摆对面顶撸落嘛，撸加撸落，撸落啊，当撸落对面嘛有一个少年囡仔，伊要安怎要爬起来，所以伊油门我那安怎吹个。甲吹甲紧绷，啊，两只怎烧融？哦，两只阿多巴对阿多巴安尼烧融，融落，后下人甲阿多巴怎正手柄这条水沟就安尼甲融落，融落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，摔落安尼，规个人就戆醒去啊！啊，戆醒去，他过应该是他几秒钟啊，尔啦，吼，无足久个，后下就搁精神啊，搁精神，我徛伫迄个路中，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，甲后下弄迄个囡仔，我就足紧张个。看伊啊，多摆起来，啊，就吹来吹来吹来，啊，就紧走起来，哦，肇事逃逸了，吼，哎，啊，过来又发到看，哎呀，伊太遐紧张，跟咱看，哎，水沟内底，我才看到水沟内底有一只阿多摆啊，啊，阿多摆啊嘞，阿多摆佫缀一个人，迄个人吼，迄上半身啊，藏伫水内底，哦，倒叉就对啊啦，啊，两只脚伫水面顶，倒叉叉伫水内底。哎呦！看到伊安尼，我就讲哇！啊，这个安尼胖要死去啊，紧来甲救！啊，要来救的时候，才发现讲，哎，啊，这只阿多巴是我的咧，啊，这个是我咧，哈哈！那才发现着讲，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灵魂出窍啊！哦，这算客气啦，迄叫做要过身哦，要过身这才出来，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，更厉害个。那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，不是讲灵魂出窍。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。那要安尼，我这阵就用出来，不是。那是讲要过身啊。吼、哦，那从鬼口开安尼有啊，所以灵性先出来。咱家唔知捌看过人过身无？过身之前不是咱喘者喘者喘者，那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。哦，灵魂已经出来。啊，后下去的时候看到家己伫遐，我才了解讲啊，拄正出车祸，我这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啊。我后摆咱拢有这个机会，看到这种的，嘿，就讲看到家己听啊，做歪起来，甲话歪起来，啊，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唔只爱修道，爱办道，咱这种修道办道，互咱了解讲，哦，咱人走去了后，还阁有一个世界伫咧，哦，这点后下这阵就是，是安怎今日点万书会摆后下来，上主要嘛是甲各位真人讲这个，是讲，唔是讲死了后，什么拢无啦，啊，后下死过一摆，所以我甲你讲死了后阁真济。嗯，够有啦，够有哦。啊，后下就看到安尼啊，我就迄、那个等一下，迄、那个时阵吼，迄、哦、有一种美术，咱即阵录放影机同款安尼，一直放，一直放。哎，画面就一个一个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啊，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后下伫台北，我已经佛堂，我要回来的时阵，甲老师甲神父讲的话，我要回来阮兜遮设佛堂，我要回来遮度阮遮的众生。后下的第一个就是愿啦，愿嘛，愿力啊，所以。有当时啊，确实是安尼。咱若拄到足危急的时阵，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，还是你的愿力较大。
你的愿力较大，你就继续安怎？继续了愿啊！啊，你若业力较大咧，你就还债啊，你就可能就一命呜呼啊，就过身去啊。啊，所以咱有修道无修道，确实有差伫遮啦。有的人破病病较正当，但是咧，伊就妄行妄行，行到啥物啊？行煞，同款身软如棉啊！这嘛是一种情形啊。有的咧，伊都破病出车祸，该死安怎？无死有哦，这种的就是啊，像后学者就是，因为伫道场有咧修，有咧行，拄到的时阵，神父帮咱拨转一下安尼啦，都无遐严重。啊，后学就想讲啊，安尼这条弯我未了，啊，我若转去，我嘛是这条弯无了，我嘛是爱阁落来啊。安尼假使讲我这阵卖转去，我对遮看有哈机会了弯无？我安尼想吼，咱求道求道的时阵啊，咱求道在座哪有人无？无求道，我即阵讲的你都唔知影，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？因为这件代志只有求道，只有点传书才会用来做。就是讲求道，咱点传书甲咱点的这点玄关窍，后下个灵性对倒位入来呢？对这点入来，入来幸福哦，对外好哦，安怎个雄雄？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，会唱水过啊？会遁地，哎，确实，后下个怎灵性呢？泪水入来幸福。你把胸骨了，真疼，胸骨足疼啊！因为迄弄着阿妈棍啊，所以胸骨足疼，后下就想要爬起来，因为藏伫水内底啊，想要爬起来，一出力，这个灵魂佫走出来。咱只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？啊，生菜沙拉，咱煮个沙拉，毋是迄沙拉甲加一空啊，怎安尼煮落有无？沙拉就走出来。后下迄个时阵，就有这种感觉，我一出力，袂输迄个人，就好生出来。那飞出来，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就是讲，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走出来，走出来以后，就讲我不爱啊，我出来就死去啊，我要搁回来啊，搁入来，搁试看卖，搁出力，搁走出来。等于讲，这个身躯吼，死到要差不多去啊，无法度再来啦。哎呀，所以后下怎搁入来了，我唔敢出来啦。你出来就搁走出来啊，所以我就不爱出来，我就用想的，想讲我要站起来，我要活下去。正讲那是讲，被活不爱活的时阵，差别就是差的啥，叫做意志力啊，意志力，迄种意志，被活起来迄个意志力，有法度，我一定要活起来，我一定要站起来。啊，讲嘛奇怪，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。有法怎举起来，看到迄个光，就是头了啊举叮当了对啊，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？啊，看到光了后，啊阿妈棍足疼的啊，我规个人就搁晕去啊，搁昏去啊，啊昏去。差不多过30分钟，我那接啊，离我出车祸的所在有2公里远啊。我那接要出门，啊，伊怎对因兜出来，怎看到讲，啊，他有一个少年囡仔趴伫阿多巴面顶，哎，阿多巴噗，甲因兜怎停落来，我那接就想讲，哇，啊，这是安怎不良少年，甲人相拍，紧要去报警察啦。我那接嘛出来，则讲啊，这都啊接啊因后生啊，则紧甲后学再去病院。啊，后来去病院了后，就报警察啦，因为迄伤较足严重啊，可能会过身嘛，所以就先报警。啊，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啊，对阮阿叔个引导开始找等于啊，啊，找到现场，伊就讲啊，这哦，家己徛伤紧，弄电火条啊，吼，那个警察来守法啦。啊，结果因就讲啊，那弄电火条是安怎？他有2条刹车痕迹，啊，过来咧，涂骹全部拢碎片，系啊。啊，过来水沟啊内底咧，装油甲火，哦，可见这是安怎有出车祸的。啊，警察讲，啊，安尼啊，多摆啊是安怎，他会对水沟啊，佮走起来路中，啊，佮对路中佮徛2公里，去看阿姐引导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，就是讲，有法感觉讲，哦，神父确实有大力士的先佛，哦，就是讲神父有当有足有力的神父，哦，伫帮甲咱帮助。咱修道办道吼，确实这身份有滴撇油啦，有遐个感觉吼。啊，唔，迄这种撇油唔是讲哦，你有行道场才有哦，迄是讲你这个人呐，修道哦，有求过道，基本上身份就甲你肯定就对啊。哦，仙佛就甲你庇佑。啊，有遐断言了，阮爸爸想讲啊，这阿多拜啊，都要搁会徛啊，无来甲牵来修理。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，头前链啊，卡掉啊。发袂起来，无当紧，要牵袂行，迄几个链仔了，弯卡掉，啊奇怪呢，迄个时阵佫有通徛2公里呢，
所以有当时若要讲这吼、個，要讲红信，我拢讲，这有当时要讲哦，人信就歹，因为吼，我家己都唔信，我都唔信，因为后来我再去看，我透可能这阿多爱对这水沟佫飞起来，路中佫对路中塞两公里去弯道，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，事实就是安尼啊，连那警察都唔相信，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，哎呀，写肇事逃逸，所以有黑这阵是案底的呢，我有案底的。啊，未消案哦，哎呀，迄哪讲残尾还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，还是抓到迄种等一下飙车族还是超速的，有阵时啊就会找药去看卖下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啊，但是这要安怎应证？这就是讲智联讲啊，开始天恩师德了。过、啊、来就送去病院，其实这大家药客拢昏去啊，我拢唔知道发生啥代志。啊，伫病院的时阵，药客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，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都系医生啊，医生拿一支眼啊呢，全夹出来，啊，直接咧动手术，啊，揪出来，啊，后下都痛到精神，精神看到医生夹出来，迄唔知你说啥，过来就讲，范生你醒了，再忍一口气，啊，怎过去？吼，过来咧动手术啦，啊，后下可怜啊，我伫遐安尼拽，安尼拽，对遐吊安尼，啊，痛痛到想要不要动袂掉，过安怎？过昏去，啊，无就吐白泡污啊，过昏去。咬到嘴的整个嘴这拢流歪歪的那样，算讲处理极点啊，真痛苦。哦，好啊，就底下急救啊，才救到十二点。哦，十二点，有法这是时间拢用按，哦用按的尔。我其实我唔知影时间啦，但是应该差不多啦，因为你着看，才中昼因休困。哦，哎、啊，电话测暗可能是差不多中昼。啊，中昼。手术了，啊！伊迄个医生就讲啊，范先生哦，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啦、啊。用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，有看个空嘴对后边只，对只插入，啊，对头前只插出来，都要缓的就对啦，安尼了解啦吼，缓的安尼切出来，啊，切出来，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嘞，啊，比咱这个背啊较大啩，嘿，空嘴这个规个怎啊，狠狠一平安尼无去就对啦，哦，大家你去想看嘛，这哦，偌恐怖的对啦。诶、欸，真恐怖安尼！啊，过来，迄医生就讲吼，你这有颈动脉、有气管、有颈静脉，讲你这好加载。你的气管动脉无断，你等静脉。但是伊讲你这嘛足奇怪，透人讲这边无断，啊内底煞断。那那是不是无合理？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？透可能讲这无断，啊后边也断，啊事实都是断这条。哦，啊但是虽然这阿妈棍。即大家即气管无断吼，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。我呼吸即拢会漏风会痛，所以即嘛拢有受伤足严重个。啊，医生讲，你若是即动脉断吼，你落落水过三十分钟，你即上来即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。讲你若是断气管，你过落落水内底拄啊喏，窒息哇！哎呀，马上就窒息，你嘛晕死。你拄好带去，即个静脉断啊，静脉会。你老会较慢，吼、哦，愈老愈慢，所以讲，你来病院的时阵啊，血压量无啊，量血压量无呢，哎，输血拍袂入去啊，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，迄血拍袂入去，结果伊安怎拍？讲你只拄啊断一支，伫只拄啊对一支直接接入，哦，对静脉直接接入去对啊，接入去输血啦，安尼啊，啊才救起来，哦，所以有较感觉讲，你。就算讲出车祸嘛，是车祸甲嘟嘟啊好安尼，那天恩师德啦。啊，过来医生我讲，伊讲你这伫我家吼，爱观察三工，我才敢甲你听，因为惊讲清无清气，讲落来搞啊，你这种沙啊啥拢伫内底，用我才爱清三工，我才敢甲你手术。哎，讲啊，你若要较紧呢，你就转去较大间咧。啊，所以迄暗，我爸爸就底下想讲。这应该是一间病院啊，技术无够。哦，你若技术够，当然你青伤一定紧天甲对啊。他有讲青伤搁等三工会死未死，接过来决定讲要天歪天，安尼就无合理啊。所以去暗就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。啊，秀团病院去暗去就暗啊暗啊，医生怎讲啊？今日伤暗啊，咱手术房无位吼，啊无你明仔载才动手术。啊，今日先做检查，伊就规个检查哦，电工啦、X 光啦，哦啊，超音波啥拢定做的对。啊，定做伊迄度像照电工是毋是啊？安尼搬过喎，规个人爱换温层啊。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、胸卡嘛，
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摸，叫怎扭起来吼？有黑这个头啊，怎落落？规个落落，爱火怎就叫流落？流落有黑就袂输啥呢？袂输咱即阵在安尼怎雄雄禁电去？你着啊，电火雄雄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拢无感觉去。爱护士紧甲这个头安尼压起来。啊、起来，啊，就马上阁回来。哎、欸，会想，会呼吸，但是嘞，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花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孔啦，还是咧目睭，感觉像照电光，是不是？安尼搬过喎，规个人爱换温床啊。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现看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搬，叫怎扭起来吼？有黑这个头啊，怎落落？规个落落，爱火怎就叫流落，流落后壳就袂输啥呢？袂输咱即阵在安尼怎雄雄禁电去？你着啊，电火雄雄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拢无感觉去。爱护士紧甲即个头安尼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啊，就马上阁转来。哎、欸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，但是嘞，有一个规个头壳拢火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孔啦。但是咧，目睭感觉啦，规个拢花吼，拢花。啊，所以第一工真可怜啊，第一工就足可怜啊。第二暗啊，第二工就拜六啊，拜六想讲早时啊，就要动手术，叫做来的是一个迄、那个足少年穿牛仔裤的医生。啊，这是啥物？叫做实习医生哦，实习医生。啊，伊来就讲啊，范先生歹势，啊，你的医生吼、哦、是因对台北请来的，伊讲拿秀团来讲因。外口请的医师，因拢周休二日，因今日拄啊拄着拜六，啊明仔礼拜你的医生休假去，所以今日无通甲你动手术，明仔嘛无法度。但是医生有交代，讲爱甲你看你的空嘴，哦，爱甲你清者。啊，结果迄实习医生伊就甲你裂开啊，因为我这阿妈棍原本是用迄纱布卡的，啊，伊一裂开伊嘛无想着讲，其实这是半边，迄空嘴才大，伊裂开后发到哇疼。迄血规个拢钻出来吼，咱即搭只看布袋戏喎，迄头剁掉，迄血毋是乌白飞，迄都袂输迄种诶，你知道？迄血怎安尼钻出来，血溅吼、哦、三尺，迄规个护士、医生诶衫拢中血啊，扭咧一疼，咱扎力用要安尼规个穿起来喎，迄血规个拢钻出来，我钻出来，迄实习医生我那惊着，伊想讲哇，即个头壳太长做两过。因为确实有型就对了啦，你若安尼直接现场看，应该就是当人过。怎二迄个急救人啊？哎，原本就是迄个监护病房，所以医生啦、护士大家拢围过来啊，六七个都围过来，甲你倒迄个啥呼吸器，甲你电嘞，安尼哦，有够可怜嘞，无死虾米啊死去，伊迄个直接就甲你灌迄上锁有无？直接甲你灌落，啊，你鼻腔都原本都还阁会输，怎安尼直接甲你灌落？哦。迄袂少去有人揢迄电钻对只甲你钻落，啊真艰苦。啊，过来伊迄有迄电击器啊，电击器伊迄就是因为伊惊讲你熊熊休克，所以伊咧急救的时阵拢会适度甲你加压。啊，你著听着安尼啪啪啪啪啪啪，啊，毋知是家己咧想还是正讲啊，我著想我透烤肉的味安尼。迄是其实应该是无啦，迄就是干那电的声，但是你会听到迄种电的声有无？滴滴啪啪啪啪啪啪。哇、哦！啊，有哈就那闻到迄烤肉的味啊呢，啊有够可怜的。啊后来迄医生到见面啊，因都直接看讲，伊只干那血流出来尔，但是生命迹象足好个啦，所以无问题啦，无问题就救掉救掉。哦，这算乌龙事件，但是有哈真可怜啊，底下红，那像秘书用零滴啊，啊医生就开始换药啊，换药啊伊就甲这肉啦、血啦，规个拢夹出来哦。规地一地一地安尼夹夹出来，外口洗洗才阁放入。啊，放入了后，伊就讲哦，反正你这吼、哦，因为惊讲拢黏做伙，我看吼、哦、用迄个棉花，啊，温生理食盐水，甲你吐个开，安尼等下甲袂黏做伙。所以伊就开始贴咱的病友迄种大包医疗用的，超级大包哦，迄种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等下棉花，也算清洁用的棉花，结果。有黑阿妈棍遐，伊阁另外拆三包，敢那阿妈棍只拆三包来贴啊！你去想讲，即个空嘴迄个时阵偌大，就是遐大空哦。啊，用料才盖起来，啊盖起来伊就走啊，
走啊，又较看迄个输血机挂伫后壁迄两桶啊，迄红红的血两大桶，顶规身躯的血拢换掉去啊。啊，过来，迄、那个实习医生走，他等下护士就来，护士讲，哎、欸，范生，你这爱食一挂抗生素吼，甲、袂发炎，啊，伊就摕迄抗生素给药盒啊。我想药盒想讲，应该得吞下落吧，用吞的，吞看卖，吞到哪后转佫吐出来，会疼，佫吐出来。哎，护士伫边仔看，讲啊，抱歉抱歉，我忘了你是昨天转诊过来的。啊，伊袂记讲你是阿妈棍受伤的，啊、因为迄护士早时啊才换班嘛，所以伊就唔知影。我想讲哦，确实，那、哦、咱人啊衰嘿，哦，呵呵啊，都什么拢来的对啊，啊可怜。好，啊，护士就讲啊，安尼我甲你抹做粉，你用啉的安尼看，看嘛啉会较舒服哦，啊，就用啉的好。啉落同款，甲只就尿尿就佫吐出来，啊，佫有血，佫有痰啊，拢黄色的。啊，护士讲安尼要安怎？啊，无你摕互你棉花棒，你用温的温嘴唇，安尼慢慢啊吃好。迄一杯啊羹尔，细细杯啊，啊，许下温安尼吼，安尼温的来吃吼，差不多爱温两点钟啊。迄细杯啊羹有无？佫无满哦，差不多三分之一安尼尔，一杯啊羹爱温两点钟。迄第一杯温到要打的时阵啊，迄护士佫摕一杯来讲，你这抗生素药效两小时。两点钟还吃一块继续运，吼、哦，有够可怜的对吧？哦，真可怜。拜六礼拜，哎、啊，换药啊，换药差不多两点钟换一届，伊就来给你看者。第一拜是咪迄棉花给你撑着，啊，第二拜换药啊嘞，要扭开甲迄个棉花夹夹出來。我迄我那真疼，因为咱后边内底拢规个拢血啊，伊夹啊是安尼插入去看药盒的表情啊，你啊插来药盒无感觉，伊就夹出来，可能无夹到吧。那插了以后，迄个表示安怎？插掉啊，伊就哦，佫抽起来，啊，才佫夹出。所以有阵时是足可怜的对啊。那你个时阵，拢家己个信心拢会动摇，讲哦，啊是安怎太我伫受这种苦，是安怎后学伫受这种苦。哦，有阵时会这种想法啦。后来咱就想讲啊，明仔就应动手术啦，佫忍者。啊，拜一，拜一就等医生要来动手术啦。结果。拜一医生一来，哎，阿幺阁是同款是学生囡啊，啊是安怎阁是学生囡啊？伊讲啊，歹势，你迄个台大的教授，啊，台大的教授啦，所以咧，我今日拄好拄到9月28号，叫做教师节，补假一天哦。啊，那无法度，那无代无钱嘛，是同款请三天去。原本就是想讲，伫阮遐，伊讲爱观察三天，你会惊你唔只转来上好的，转来上好的，甲你请三天。啊，是安怎共款转来上好，佮你签三工业力啊、业力啊、该行的啦，就是要让你受苦啦，欸、要让你艰苦，唔只系让你大病，无就让你死去啊、哦。所以这业力现前，有发觉时阵，哦，真正可怜。啊，从迄工过来拜一，佮共款拢换药啊啦，共款拢痛苦。佮迄工的中道，中道有发觉底下你想讲，咦，我有求过道呢，我是道亲。有怕才想起来，因为巴肚枵，想讲我有食菜，才想起来讲我是道亲。啊，想起来道亲，咱道亲上重要的一个印证是啥？三宝，嘿啊！所以有怕迄个时阵，才底下想讲啊，我是道亲啊，我有伫道场修道办道呢。啊，修道办道太过受着这么啊可怕的痛苦，这一定是我较早捌做过哦无好的代志欠人的啦。所以后下段底下想讲啊，那是我欠恁的，我就全部拢还恁啦。我伫道场有任何的功德，佛堂若讲有功德，我拢给恁啦。安尼啦，啊求恁帮我刷安尼。后下安尼想的时候，我也想起来讲啊，对，咱求道有得三宝。我那底下想讲啊，等下医生若来，我要来用三宝啊。各位真呢，咱三宝会记得阿未？会阿未啊？即阵讲会拢无路用啦。爱安怎？拄到你个清楚才有效啊！哦，所以三宝平常都爱留啊，留啊复习。无你正刚拄到，你都遐青惊，你都啥物袂记嘞啊？你要安怎用三宝？无法度。所以平常都爱留啊，哦，复习三宝，大概拢爱去复习。然后办道，咱有人咧讲三宝，大概去听。哦，那听久，咱家己才会通啊。你家己三宝是啥都无熟，正刚要用袂出来，敢若惊都戆去啊！哦，像遐。即阵讲会拢无尊崇啊，哎，拄着讲会才有尊崇哦。这下话还强调啊，哦，啊，过来，伊就开始迄、那个等一下中道要换药啊，医生就过来啊，啊来，
伊就伫边啊伫等啊，伊伫等讲哦，有遐原本那听到声，我拢会紧张紧去揪个边啊踢啊。因为即摆我想讲要用三宝都袂用揪嘛，所以有遐就手放软软，爱手绑掉呀。啊有遐就啊好，啊无就来用三宝。啊各位在呢，你看有遐用三宝甲无用三宝，啊医生来换药啊，恁感觉啊安尼有差啊无差？啊啊会听啊袂听？啊恁可能拢听过啊。较早有人讲拢袂听，我讲拢袂听，啊无你来首先我来拍看你会听，同款会听啦。咱这个三，咱的三宝，尤其是一贯道的三宝，上主要是予咱一个解脱的方法，叫做超生了死。伫印证讲，咱人有一个灵性，咱有一个灵魂呐、啊。印证这件代志，唔是讲哦，我第三宝用落啥物拢袂听，用落出车祸、车弄、车歹，我无代志，无啦。唔是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方法，迄是干怎？就是讲印证咱有一个真主人、假主人安尼啦。哦，有一个肉体是假，有一个灵性是真。所以后下就用三宝，结果医生开始换药啊。之前伊换药啊吼，迄花龙草只大桶规桶杀出，啊，即摆药啊换了咧，迄桶迄规桶无花啊，一挂尔。后下看可能差有一杯啊。啊，当然了，差足济啊。医生就伫问啊，讲，哎，范先生，你都不会痛哦？你拢袂痛是无？我嘛无看你嗨，因为正常拢会嗨啊，啊无就一直出来对啊喘，啊即摆换药拢无喘，啊那拢袂痛。啊药啊无法度讲话，我用写，我讲痛当然嘛是会痛，哦痛是当然会痛，但是我无去忍，无去出来甲伊拼，我接受啦。所以就是安尼，反正足痛，正常就是一直出来嘛，一直出来。啊即阵呢，出来痛在嘞，知影讲啊这假放掉。痛嘛是同款的痛，迄唔是讲哦，你都有法度安尼扎嘞，拢无差安尼，无法度啦。就是讲有阵时啊，痛啊，哦，扎来一下啊，但是嘞，咱就马上想着讲啊，这个肉体是假，啊，就搁放落来，啊，咱就有差啦，差别就伫遮。所以咱第三步甲无第三步就伫遮有差出来。咱若有求过到拄着的时阵，咱就知影安怎，哦，会使放下。啊，所以你看迄换药啊，都差真济啊。你辛苦，你看原本流啊济血。结果留一挂血，这就差足济啊！医生家己就知影，知影讲哦，安尼你这一摆无同款，唔知道伊无同，哦，伊唔知影，因为无求道，伊就唔知影。哦，啊，咱若有求道，咱拢知影。哦，啊，恭喜大家后摆啊，希望你拢无机会用对吧？哦，啊，那有当然就是，咱有这个有较解脱就对啦。哦，后下算是听过的人甲恁讲，那恁免听，后摆恁就会用。哦，啊，过来。就只好迄天嘛是拜一，嘛是拢继续换药啊。等拜二，拜二再去医生来，啊，就怎手术了，就 OK 啦。伊也算早时啊八点休学了，第一位入去手术，啊，一直等手术等到下晡点半才出来。哦，迄手术伫遐听啊，休学阿妈棍只听252针，哦，252针。啊，过来伊只显微手术吼，是规身躯诶。伊甲这胸骨这皮甲肉揪开啊，揪开啊，去后壁只针吧，哦啊，心脏即搭只针血管，啊，脚床背只咧抽脂肪起来补阿妈棍只，哦啊，皮嘛是同款针后壁来补头前诶，所以啊，后下阿妈棍即搭只诶手术，这是真复杂无，啊，迄毋是讲像安尼看诶，所以伊规个手术几点钟，差不多5-6点钟有咧哦，哦啊，5-6点钟了。伊个个底个有个全身麻醉嘛，所以个爱伫观察房看你麻绳退了有完全无，差不多到4-5点才转来病房。啊，即个出来就直接送一般普通病房啊。啊，普通病房有遐伫四楼吼，啊四楼听就底下想讲无死哦，好卡在。啊，咱若道亲，你若讲动手术还是讲出车祸无死，大部分。那有滴接引导场的，拢知影讲，咱爱谢恩呐，咱爱感恩呐，所以后下就家己安尼挣扎安尼爬起来，跪伫文生顶，我就是讲啊，感谢咱老师主笔，感谢老母娘主笔哦，100叩首，啊，就用心啊，1、2、3啊，想啊未到一半，我困去吼，哎，那就是后下去的时阵精神无够啦，气力无够，所以咱即阵咱啊，晚现象1到100有法度啊无？有啦吼，恭喜大家，安尼要够阿多，表示够仔仔啊。休学去的时阵，连安尼都无阿多。啊，困一阵啊，阿都有人伫摇我的文床啊，伊就讲，哎、欸，起来，伊讲国语啊，用起来。啊，休学就起来啊，起来，伊讲你来，我就爬起来，怎行过来？
行到伊头前，后下就一个感觉讲：哎呦，这个唔是人。是安怎讲唔是人？因为吼，伊行到遐，后下行到伊头前，差不多一公尺的时阵，后下发现讲伊周围有一个光。迄暗时啊，差不多六点嘛，所以拢外病院原本就暗暗嘛，啊，佮外口嘛暗嘛，所以暗暗，但是行到伊家都光起来。伊个胸区即搭只有一个佛光，差不多一公尺半到三公尺安尼。迄个超即个范围安尼有一个光就对啦，佛光。我咱在座咱点完书，就算讲头壳佫较光，迄暗时啊嘛袂讲，有一个佛光甲你围个有无？可能有啦，咱看无啦吼。咱这后壳咱大家肉眼凡胎无看到。啊，但是咧，后壳迄个时阵去，哎，哇，神翁，即、這个神佛来安尼，即有一个佛光，后壳就知影讲，哦，这胖唔是人，即、這個、应该是神佛，因为这那是鬼吼，应该起鸡毛皮，所以后壳想，这应该是神佛。啊，伊就讲话啊，伊讲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要不要去啊？我带你去一个所在，你要去无？啊，后壳就讲我要，我要，嘿，我要去。伊讲要去，你抱好，好啊。伊讲的时阵，伊无像讲咱发挥啊啥，神佛来报佛好有啊。讲伊是某某神佛，咱才知影伊是谁嘛。但是这个神佛伊无讲伊是谁，后壳就知影讲哦，这南极老神哦，南极老神哦。伊无讲哦，啊后壳就知影，是安怎会知影？后壳甲人讲，这过去世后壳捌甲神王有缘哦。那像秘书讲，咱即阵回去厝，恁后生入来开门关门。你就知影讲，这大个回来，二个回来，嘛免底下报备讲，我是大儿子，我现在要进门了，哦，免啦，免报备啊，因为作熟个，你就知影伊这是恁后生，还是讲这陌生人，咱就知影清清楚楚，因为较早个缘嘛，对不？所以神翁伊无讲伊是谁，但是后下就知影讲这神翁，啊，这个应该是讲过去世后下捌甲神翁有一段缘，啊，神翁讲要带后下去一个所在，后下就好啊，啊，就抱好啊，后下抱作案了。因为我想讲，等你胖吼，怎直接对这个门安尼怎甲冲出来安尼，哦，应该是安尼。结果唔是，神龙是怎直接对他门怎甲冲出来，吼、哦，哈哈，仙佛的妙法甲咱无同款，伊大鬼拢会用出来。结果一出来，你原本想讲应该是对这头，结果对这头就差真济啊。所以就出来我就惊到啊，惊到就想讲，哇，安尼唔是吓死死老呢？开玩笑，死老自杀会死哦。哎呀、啊，所以哇，出去就会惊，目睭就磕掉的，所以无看到。但是神龙迄完啊，算慈悲啦，伊就飞起来，伊嘛，甲你安尼，互你坐掉，伊就安尼知影你阁抱会掉，伊就无管你，就飞起来。哎、啊，你飞得足紧的，所以过阵人，咱有个人讲腾云驾雾哦，哦，做神佛后摆来腾云驾雾，哦，哦，迄介艰苦，唔好去腾云驾雾，因为迄速度伤紧哩啦，迄紧到哪啥呢？迄有遐个目屎啊，流袂离啊，一直用飞安尼，因为速度足紧的，风足透的啊，啊，过来咧，伊个你安尼速度飞过来，风袂输那刀啊，安尼甲你刮刮你个肉，你会疼呢，会疼，爱疼过来咧，哎，空气吸袂着啊，我遐飞伤紧，吸无空气，吸无空气，你又感觉哦，心脏愈来愈无力，原本伫胸口啊，慢慢个跳出来，哦，心脏对袂着啊。啊，都袂了，我就伫遐想讲啊，神龙主笔，我不爱去啊，我不爱去啊，我就手要放，要放的时阵，神龙哪知影伊喏手，安怎刷落来，刷落来，啊，胸腔脉安尼甲挤的，挤的都有一迄、那个灵气啊，神龙的气啊，都灌入来，啊，灌入来，这心脏原本就对袂了，啊，都诶，啊，佫对起来呢，啊，那跳起来，哇、哦，跳起来都发到呼吸啊，啊，我到呼吸就较在只看有哦，慢慢只看有。哦，看有这云啊，啊这天，哦，慢慢愈来愈光。哎，暗时啊，直播啊，但是愈来就愈光，规个光起来吼，啊，光起来金光闪闪。后下个目睭我都看真远，啊，但是就金光闪闪。啊，过来飞到一个算一个所在，啊，也有一个楼啊吼，安尼起哩，安尼差不多嘛是百外的台阶啊。啊，起哩面顶遐有一个牌楼，哦，一个牌啊安尼。啊，先弄就讲高啊，安怎牵后下个手用行。哦，背过迄个牌楼，啊，有下就底下看，迄两边啊，两边拢有神佛徛的。啊，神佛吼，你讲迄古早人啊，现代人看袂出来，伊穿的吼，迄秘书嘛是有古早的武器，嘛是有咱即阵的秘书手枪啊，是镭射枪嘛是有的，迄看起来都有神就对啊。可见迄神佛吼，迄超越古今就对啊。哦，看袂出来讲，迄种的是
较早古代还是现在，但是你就知影讲哦，这武将，这武的啦，这武将哦，这得官官家。啊，搁较远迄边哦，就看到讲哦，真侪道亲哦，因为咱一看就知影这道亲嘛。可见呢，有诶应该是拢道亲归空，归空伫遐排队，大家伫遐排队领牌啊啦，伫遐排队。哦，啊无就伫这边遮群道伫遐咧功课拢有啦。啊有诶，啊未领牌啊，伫遐练佛规礼节嘛拢有哦。我伫遐门口伫遐咧。啊有啊，就先拢就开诶，啊就行过啊。我迄我那真样呢，因为你后摆转去吼，你会发现。所有的人拢伫遐排，你知道？哦，啊，你免队，你都行入去。哦，迄算，我、哦、那算很威风啊，很有威严的对啊啦。啊，行过了后，神龙就问姚哈讲：“你知影拄只只倒位无？”啊，姚哈就讲：“啊，南天门。”哦，因为咱道场拢有安尼甲咱主笔过讲：“啊，这是南天门。”啊，神龙点头。啊，点头了，姚哈仲欢喜。我咧欢喜啥？我咧想讲：“哦，啊，我来道场嘛，无几年。”想袂到我的修行的这个道行已经面对三宝啊，所以你欢喜这件代志啊。啊，我就跳过去问神龙讲：“哎，神龙，啊，咱过南天门不是爱对三宝？啊，是事实上是后学的，甲神龙顶讲：‘哎，神龙，你看我过南天门面对三宝呢。’啊，神龙知影，神龙伊就笑笑来，伊比伊较低啊。啊，后学知影讲：‘哦，原来是沾光啦，咱沾了神龙的光啦。’”诶，秘书讲，今日咱要去总统府，拄啊，总统开你的手行入去，门口的卫兵敢会甲你抓落？袂啦，伊都沾着总统的光啊！所以，想讲后学回去迄届无对三宝，而沾着神王的光，唔是后学受了好哦，是沾光啊！所以后摆咱回去，哦，较好的情形是沾光啊，就是讲咱对神父有信心，甲你有缘的神父来甲你接等，咱是毋是较顺势对吗？啊，要安怎好神父来甲咱接等？伊发拢会想呢，我即阵已经想通啊。就是讲安怎呢？咱平常定定来佛堂啊、办桌啊啥，是毋是定定来神父甲你就捌啦？啊，神父甲你变作好朋友，后摆你转去，伊敢免来甲你迎接？应该爱啊，是毋是啊？所以平常咱甲来佛堂甲神父虽然看无，但是甲神父是结缘呐。这缘慢慢啊深，后摆你转去迄落伫门口遐啊，这都捌咧。这就进来啊！啊，你若唔捌的咧，干那求过道，当然就爱，迄佛堂可能都无神佛，甲你有熟嘛？就啊，你家己嘛无法度讲，较大一个神佛较有熟，是不是安尼？对嘛？啊，后下你看吼，不然咱在座有人有家庭佛堂，啊，你看你佛堂供大个，哦，你可能后摆登去大盘，就即身甲你带登去。那是讲你佛堂拜南海古佛，后下就是南海古佛甲你接引登去啊。大部分拢安尼啦，带个神父甲你有缘嘛，安尼就是伊甲你接等个安尼。啊，后下底下佫继续背哦，过南天门了佫继续背。啊，背经过个所在叫做三关九口啦。那道亲捌听过其他登去天顶个有个人是去三关九口有无？哦，底下哦，什么关什么关，安怎靠安怎靠？啊，后下唔是去啊，后下过三关九口，佫较起里面顶有一个八卦院哦，功过院就对啊。哦，功果院，功过院，有法去遐，还功德池啊，啊背到遐才停落。啊，先拢停落来，伊就讲够啊，你手放，我就放落来，放落来看，我看，哦，你天顶甲咱世间无共款，差别伫倒，你知哦？先拢知影讲，登于天顶，当然这嘛是一种形象啊，但是借这个形象，才能显出天上的庄严。迄天顶啊，啥物款呢？迄涂骹，涂骹。纯金做的，正讲金嘛做的，规个涂骹全部拢金嘛。哎，路嘞，路是啥物呢？叶啊，白色的叶啊做的，哎路，白色的啊，白色的玉啊，叶啊，我又实在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伊就讲炸袂当来，那炸会当来吼吼，三四人拢免谈，安尼真正。伊就是讲，哦，你去到天顶吼，你若讲爱钱的，去到遐你就会放下。因为迄都无得比，你知道？你讲像王永庆这几十亿去到遐啊，迄算上善的哦。那天顶就是安尼，大家拢富足的对啦。我、哦、要爱啥拢有。啊，遐在底下看，哦，这正手面那一个壁刀，金光闪闪的壁刀。我想讲，哇、哦，这是啥物？来甲望看卖啊！啊，走过望，啊一望，哎呦，啊这壁骨嫩的，你知道？那别说金嘛嫩小小安尼，望来骨嫩嫩，啊嫩嫩，遐就退后来看卖，这是啥物啊？结果。伊雄雄怎压一只龙落来？
迄一只龙的头啊，啊金金的是伊的啥胸骨啊，因为伤大只，许下看无咧，伊头是压的呢，啊向向压落。许下第一摆看到龙吼，我讲这怪物，所以许下就紧走哦，啊神龙紧走，有怪物来啊！阿神龙，哎，你卖着惊，卖着惊，伊讲这啊，这是功德树护法的天龙啦、啊，哦，未输咱世间的讲哦，这都是啥神啊，有哦，迄种龙神有哦。还是讲虎牙龙神那种的喔。啊底下来讲伊也不是虎牙，伊也是龙，护法的天龙。正港的龙喔。我足庄严的。我足大只。头敢若头咱这粒基德公这大。头而已喔。那粒头而已就咱基德公这大。所以你若看到一只狮啊呢喔敢若头咱基德公这大只你敢会怕，应该是会怕的。所以有法当然紧走啊。啊，神龙花才紧停诶！啊，正开始阁无啥敢去咧，因为想讲哇，这只大只。啊，结果神龙讲啊，你卖惊，因咧是神佛啊，哦，咱诶护法神就对啊。用正手柄这只金色诶，就是看啥呢？咱做好代志，咱立愿啊，立善愿啊，行功了愿有无？出去度人啦、啊，是去功德打帮助道哦，这好代志诶。这只金色诶龙会甲咱保护，甲咱顾，甲咱看。用倒手柄。许我原本无看到，一臂倒手柄，佫背一只青色的龙来，啊，青龙来，用倒手柄这只嘞，是监察咱哦，邪心邪念，恶心恶行，歹心歹念，等于讲啥，做歹啦，哦，做遐无好诶，佫背一只青龙，啊，这两只龙无啥共啊，一只佮像狮仔头，一只迄个色吼，佮像酷奇啊，人讲诶，迄种佮深迄色喎，佮看起来足歹。爱目睭啊，避开看有哈哦，有哈个呢？我那咱算有做派嘛，所以一看到对头壳顶的脸甲卡丘底，表示讲哦，迄正气足强的对不对？迄鲜活护法神，迄正气足强。啊，神龙讲啊，你敢对我入来，我就行入去。啊，迄、那个门吼，迄我那真奇特呢。迄门，咱世间呢起的厝拢对头壳起起来的对。天顶的厝吼，你若安尼看，未输拢对天顶落来。伊厝吼，迄面顶拢哦，拢足悬的啊，足悬的。咱咧看袂输讲，哦，规个对天顶落来的一个厝安尼。啊，实际上伊嘛是对土脚起去，但是咱咧感觉袂输，哦，这拢对天顶垂下来的一个建筑物。所以天顶甲咱世间有一寡无共啊。啊，入去，入去了后，后下才发现讲，外口看这个门是大是大，但是我咧想讲，佮安怎大嘛，袂比外口较大嘛。是不是呢？咱讲基德宫，基德宫真大，啊，基德宫更加安怎大嘛？未比咱这个门的外口更加大，因为外口是归台湾呐，是不是呢？结果后下入去天顶都唔是呢，后下只迄个门啊，后下一看，哇，啊，这个门太安呢，内底嘛是足大的呢，无量无边的呢啦，无穷无尽的呢，大甲你看无迄个尽头啊，所以天顶是安呢哦，你过一个门，啊，迄都。搁换一个天就对啊啦，迄无同款，甲咱世间无同。咱世间想讲啊，那就差两步咯。等你搁拐，应该袂差将，天顶差将。哦，亲近无亲近，绝对无绝对，差足济。你看的物件拢无同款。啊，入来功德池了后吼，迄、哦、就算较亲近的所在。内底真济啥呢？迄有青阳旗的修道人啊，青阳旗的啊，咱个较早古早的迄种修道人，毛较长有啊。摸个等，你看会出来讲哦，因这拢苦修苦练，嘿，苦修苦练，规身躯拢摸安尼啊。哦，啊，但是迄种个就是较早的修行啦。哦，啊，过来个行啊，神龙的主笔讲，咱求道有烧一张标文，叫做啥物？嘿，龙天表。啊，神龙主笔讲啊，龙就是啥？外口这阴阳相龙啦，就是有护法神啦。哦，啊，天叫啥物呢？天榜。咱毋是求道，有一个讲天榜挂号哦，天榜啊，哦，就是讲这个。啊，过来咧，这个表就是表示讲咱世间这张纸，啊，这点其实是足重要的。什么叫做龙天表？就是讲第这张表文爱有这种威神力，就是讲所有的诸天神佛爱来护法。哦，第一啦，就是这张嘛，那要叫做超生了数的龙天表，第一就是爱有。护法神，诸天护法，第一、第二咧，伊就是安怎三观大帝迄边遐有他报道，有他注册啦，迄叫做天榜挂号，哎，有他去天榜挂号啦。第三就是讲，咱世间这张纸内底爱有啥一代的名师，
咱师尊师庙的这个名，这张纸才算是龙天表，这三项拢爱包含在内。所以有法度底下哦，看原来咱世间讲一张纸尔，伫天顶吼，这个书圣会用分这三项来讲，就是讲天人甲地全部拢是爱护持的对啊啦。啊，入去了后，神龙伊就知影，伊就讲啊，我知影你有疑问啊，你的疑问是讲啊，我感觉我办到我那比人较诚心是安怎，我太比人别人较衰尾，哦，太去拄到这种哦车祸，伊讲啊，你也了解吼，讲各项拢是安怎，有前因后果啦，后下这摆出车祸的因果是300年前做落来，300年前后下是大陆。大陆人，啊，大陆人后下，迄世吼，算住伫渔村啊，渔村啊吼，啊，算讲甲散，甲散差不多10多岁，就想要出来外口去讲做工课、趁食。啊，招阮共庄的另外3个人，同齐出来外口做工课。啊，出来了后咧，出来了后，你想诶，一个无技术啊，佮无读册的人，你有法度做虾米？敢用做工做工，人迄叫啥？哦，劳动工啦，吼、哦，讲做苦力啦，哦，做迄种劳动诶，劳力诶，啊，就伫遐啊，但是迄趁无啥钱啊，所以只好咧，若有机会就去人偷啊，去人抢，去人骗，啊，迄个时阵伫遐过船啊，讲接人过河啊，啊那这就敢若一个人、两个人啊，就甲抢，吼、哦，所以迄世是做歹代志诶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世是做工书啦，吼，啊，但是迄世。迄世是偷抢拐骗吼，啊个怎赚差不多十年了，就想讲啊，赚啊袂互掠着，啊无就卖阁做啊，就要倒来，啊要倒来当然就爱分啊，分看这十年赚偌济啊，一看哇，这安尼几啊千斤的金啊，那就想讲哇，安尼哪有法度装安怎，装修上好啊，所以许个心内底就有迄种，人讲的你若看坏财，你就会起杀心嘛。所以都雄雄都起来啊！你知道？像你看咱台湾这阵，你讲大乐透，迄我看嘛无，唔是讲虾米好代志。钓大乐透，我看到爱移民，你知道？因为人别人看到，赤目会甲你抬啊！哦，所以同款呢，后下去洗就是安尼。哇，遮侪钱，我都想要甲抬啊！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想讲啊，同齐出来外口做歹啊，因啊，后摆去甲安怎？去甲告啊？我唔得互掠去关。所以在这第三件就是安尼，就讲惊，第二个原因就是惊气候伊安怎，加翻盘啊！啊，所以伫倒来的时阵，啊，我就惊啊，讲啊，好好行啊，无咱就暗时啊来分啊。实际上诶，暗时啊，许下迄牌啊内底毋是找藏遐金啊，许下藏刀啊，啊藏刀啊，啊一出来就杀死两个，哦，阿妈棍紧甲，哦，杀死两个，啊，另外一个惊着紧走啊，许下刚刚甲捉着了后。啊，讲个吊倒，吊死伫井啊内底，哦，吊死伫井啊内底。啊，迄世拄啊，杀死这三个人。啊，你看啊，讲有个人讲哦，我业力，安尼业障足重诶。后下讲啊，较重可能嘛，重未过后下啊。后下杀过三个人，哦，这业力则是重。但是你讲过去世遐重，这世你敢无法度修得办到，嘛是会杀你啦。看你卖不卖尔啦，你有你修得用，慢慢啊行啊，同款吼。啊，所以。去世杀三个人了，我就把所有的钱安怎，我就拢全部摕倒来阮遐，啊，就变作好野人啊，好野人就过了较好康嘛，啊，就开始会讲起厝啦，哦，咱算讲咱家己的庙啊啦，还是啥物啥，咱就甲翻修哦，所以大家就拢足感谢你啊，你就变作一个好人。但是我看这好人大部分拢变歹人啦，就是讲好人会变作，我大部分都是因为曾经做过坏事，而且变好人嘛。哦，大部分啦，无一定讲绝对啦，所以咱在做其实嘛无虾米好可耻啊。咱一定捌做过唔对的代志，但是咱卖阁做就是啊嘛。哦，改恶向善就是啊。所以迄世后来就变做怎开始做好代志啊。但是到50几岁的时阵啊，逐暗困未去啊，日时啊食未落，无食无困啊，当然一直散落啊，一直散落啊。阮迄阵的船长就来问讲啊，你是不是安怎？啊，伊就讲哦。啊，都我都食袂落，困袂去。伊怎讲啊？安尼我介绍你去找住一个老和尚，迄个和尚吼法力高强，伊会用帮人解决者。我就去找迄个老和尚。啊，老和尚，我问讲啊，你是不是有做过什么歹代志？我就甲讲啊，较早20几年前，捌人抢钱啊，佮捌人杀人，安尼啦。
啊，结果伊就讲啊，安尼你过去势，我们讲过去讲台的这个业力，即阵要甲你报啊，啊，你爱做功德，甲因超拔，哦，安怎做？用啊，都诵经啊，做迄种法会啊，做三场这种诵经的法会。啊，诵经的法会做煞，其实咱心原来阁未安啊，过去问讲，安尼就拢免行啊嘛。用无，你种诵经这种的吼，就是讲原本讨较够啊，你知道？行十万啊，安尼，你欠一千万先行十万啊，安尼啦，唔是讲总行啊，迄算讲改按耐者咧，安尼卖讨只急。哦，所以诵经嘛是有效，但是咧，无法度就近解脱，无法度。你上好的嘛是救解脱人的性命，你捌杀人，你就解脱伊的性命，安尼唔只是有法度就近。你敢那讲杀啊？你敢那诵经安尼袂，无法度行就对。啊，所以后来我就问讲，哎，那变哪只影响？伊讲你爱修行啊，你爱念经拜佛才有哈解脱。所以后下就开始因为迄个老和尚开始修道就对啊。哦，啊修道啊后下因为迄世哦。有修道的这种福报，所以过来当世投胎拢做人。我拢总这世三百年，甲这世是第七世，后下这世算第七世啦。三百年转七世，啊，这世是咱台湾。啊，过来咧，和后下台迄三个啊，两个台死的迄两个，因咧都万道心较重，结果咧，伫地狱道伫受苦，受三百年的苦。哦，三百年，三百年后伊就放出来啊。另外，华吊死的迄个变作恶鬼啦，就是咱一般讲的鬼啊，就对啊啦，变作鬼啊，伫个正啊内底遐执着心较重，吼、哦、三百年要阁无法度轮回。啊，结果因放出来了，三百年搞放出来，第一件代志要做啥物？恁、太知道，照理讲是安怎呢？伊三百年放出来，第一件代志应该是转世投胎啦，就是讲伊用去转世投胎，但是咧。因为伊即口气放袂落来，伊认为讲三百年前就是去予上好的朋友害，因才受三百年的苦，所以伊讨迄个灵机啊，要来讨后下个命，后下个命要先讨掉，因才要安怎，才要去转世投胎啦。所以因就开始去讨，从三百年前去我三百年前迄个庄，哦，啊去即个庄了后，过来咧，我讲哦，啊伊就转投胎去换去即庄啊，啊过来个，因个找来即庄。因拢总找几年咧？找十八年。哦，遐冤欠啊，找许哈找十八年，才安怎对大陆找到台湾来？哦，所以各位真诶，咱来了解哦，咱这个另外一个世界吼、哦，无咱台湾甲大陆这种差别啊。哦，咱即阵毋是讲两岸安怎？哦，好像拢互相安尼有一种政治诶隔阂，但是。伫阴间来看吼，迄是一团和气，你知道？互相拢会通诶，对吧？炸得三通啊，对吧？所以因冤欠着安怎过海来台，都要来讨后学。伫后学十八岁一年，因找着后学，都要讨命啊嘛。结果后学十八岁一年，拄着三百年前迄个老和尚。十八岁一年，迄、那个老和尚是啥呢？就是去落雨天去弄后学门迄个啦，迄、那个阮迄个学长啊。哦，迄个是三百年前的老和尚，伊往转世投胎来咱道场，安怎做工师？啊，因为咱道场有天命，伊转世投胎来咱道场做工师。啊，有学即世的报书是啥呢？咱毋是有因书有报书嘛？报书是啥呢？三百年前迄、那个船长，哦，报有学去找老和尚的迄个啦，迄、那个船长。啊，即世就是啥呢？就是迄个电刀啊，迄、那个学长。哦，所以过去世因为有这种缘，所以这世才有哈。就是因过去世捌度后学来求道，这世嘛是同款，叫做因报书啦。所以咱个因报书拢有较早，哦，不是三世，就是七世，安怎修道的这种缘分啦，吼、哦。好啊，大家会忝无？我休息看者，无咱个休困者啊，等下吼，休息尽量讲到五点，咱就做一个结束，安尼好不好？也讲声的对啊，所以外国人登那求道登去，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伊也用伊哦，伊那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什么。所以登去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，你做什么拢清清楚楚。我、哦、天顶啊设想做做到的，
啊，伊个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浮声就对啊啦。你看到迄字就有声，所以后学回去。神龙安尼讲啊，伊讲啊，原本因就找到你个啊，啊，但是你已经拄到你个音波师，啊，就求道啊，求道了就带佛堂啊嘛，对不？后学就带佛堂，因为无想到你吼，求道了竟然佫发心开始去度啦。啊，因为后学有伫度人，啊，佫有带佛堂，所以咧，佛法神就对伫后学边啊，就是讲咱神佛就对伫后学个边啊，因为后学看到安尼哦，这个袂歹，安尼后学就有听说佮讲者。就往家度安尼嘛，做爱度人。伊讲，因为你定定安尼，啊无就是直接甲老师神父讲，啊神父，我要去度什么人，我要去度什么人，所以神父拢一直派佛法神对伫后学个边啊。所以这足重要个呢。咱道场吼，就是讲啥呢？唔是讲哦，我是什么大神，我是什么佛祖转世投胎，咱道场无咧讲这。咱道场咧讲啥？讲哦，人这个道亲人安怎做有啊？伊愿意去做啥，咱叫做愿力嘛，愿力啦，就是讲看你要做啥，你有去做，其实甲你有这个因缘的神佛就来甲你帮助。迄种我过去是啥物佛祖，迄无关系啦。但是咱台湾即阵吼，人讲伫乱就是乱这点，大家拢讲哦，伊是啥物佛祖投胎，伊是啥物人来，啥物人来。我那这可能拢网络啊，迄款真卖个信，迄种骗人的啦。因为正港的神佛天律来的。天顶的这个戒律里面有一条，就是说不可以说你是什么出身的。你若一说就是表示怎样要回去了，然后你若说你就是要回去了，不可以说就对了，一说你就是要回去了。所以他这样一直说的那个表示说什么，还没死还可以一直说，就表示说这都骗人。有他强调强调这一点，在上天白羊旗的戒律里面有这条哦，啊！但是真侪人佫会安尼讲，讲伊是某某神佛来转世，这是啥物？这有两下就是去考验咱的智慧啦。哦，佮以前呢，大家要去分别吼、哦，这内底有一挂差别。哦，啊，神佛佫继续讲了呀，伊就讲啊，原本因找到你，就是要安怎要讨你的命？你唔拿一世出车祸死掉去，你后一世吼、哦、头壳顶头壳会断去，佮后世你佮用吊死，拢总爱三死人啊！有遐向注定三世拢会真歹死的对吧？所以若要比惨，有遐比过一阵的拢较惨。但是咧，神龙爷往那做比讲，但是念伫你伫道场修道办道哦，因为有遐伫道场这几年，讲往那算有淡薄仔诚心啦。所以咧，都互你三世的因果伫病院这三天安怎，互你现出来，互你感觉得安尼就好啊。所以这正讲是天文书对啊，无咱就爱行三世的命呢。结果咧，神龙讲啊，讲因为因这个三个冤欠，因就感觉讲安尼无公平啊。就算讲我杀伊啊，伊唔原谅我，但是因伫地府受三百年的痛苦，我拢无受到，安尼因感觉无公平啊。所以神龙伊嘛主持讲好，安尼阿无就是安怎，和你死罪可免，但是活罪咧难逃伫病院。是有三天的痛苦，感觉什么叫做地狱，什么叫做恶鬼道。先我讲讲，你伫病院啊，每个时辰都差了两点钟就对啊啦。每个时辰拢爱受刀割拿喉的这种痛苦，伊来换药，大概拢袂输个头去用剁断去同款啊。用，互你知影讲，你若对落入去地狱啊，就是这尼啊可怜凄惨，一天爱死十二摆呢，一天死十二摆啊无。无记的就对啦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三百年搞你才有看出来。哦，你看有可能，哦、确实哦。后下个干那三天我都挡袂掉啊。过来，神龙讲讲，你唔管呼吸啦，还是喝水啊，拢袂输去有血对脑后烧到腹肚内底，互你知影，那是堕入恶鬼道啊，那是变作恶鬼啊，变作鬼啊，就是这尼啊可怜，这尼啊凄惨。啊，神龙佫讲，你刚刚伫暗时啊十一点的时候才有看休困。我讲无啊，我才有休困，我规工从白日文床顶才有通休困。因为有暗时啊十一点的时候，迄护士会来甲你煮消炎药啊，煮咧差不多十外分钟袂痛。我讲嘿，是安怎咧？伊讲啊，这啊，十一点是恶鬼道食饭的时间，所以和你休息十分钟啊，和你煮消炎药休息十分钟啊。另外，迄报应拢是就是安尼啦，你叫对的就对啦。啊，你去想。和你休困，安尼敢有敢有较爽快？
其实无呢。你看，你若无休，你就规工拢伫遐苦，你就袂去想啊，你知道？就是有休即十分钟，安尼就大条啊。一工有24点钟，一点钟60分钟，结果拢总一工有偌济？1440分钟呢？你规工拢伫遐咧想吼，当时阁会用住一记啊，当时阁会用住一记啊，袂输那钓人讲的食毛灰共款的呢。确实真可怜呐、啊，有啊，迄、那个时阵真可怜。哦，啊，过来，神龙安尼讲啊，有哈，才知影讲哦，确实咱大家人修道吼，咱平安拢是占着啥？天恩输掉了。哦，你卖想讲哦，安尼范讲师你也出车祸，我太拢未拄着，你种话干卖想？拄着有两下，那比我有哈更加大条，你要安怎行？对不？所以咱心里内底卖想讲，卖去人羡慕讲，哇，怎么范讲师有这种经历？因为我咧讲，我死三工诶，对不？死三工，拢总死几回啊？是不是啊？36回啊，这真痛苦的代志呢。这不是讲哦，遐尼啊，哦迄啊，神龙就讲，因为你伫道场，搁有咧修道办，所以啊，互你三世因果，当这三工都安尼行啊。啊，神龙讲叫后下搁对镜。啊！有我着足感恩的跪落来，甲神龙磕响头，然后对我来，啊讲，咱大家人求到天顶拢会种一蕊鲜花啊，哦、嗯，就是讲，就是莲花安尼，拢会种一蕊花。啊，神龙要带后下去看莲花池，啊，我着去看。哦，啊，神龙莲花伫倒位？啊，神龙伫遮，我着看。迄透花根本着无花，拢安尼一条一条安尼啦，袂像咱安尼插一枝一枝安尼。啊，面顶有夹白啊，啊白啊面顶着写。哦，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啊？当时哦，啊，过来隐师、宝师、点传师，过来佛堂，过来上下骹写求道人的名，咱求道的名，过来下骹阁有署名哦，有的是写啥？哦，写监班院长啦、啊，有的写三啊，哦，什么像什么日游神啦、啊，有的写道士灵童啊，就是讲什么身份写起来啊，拢会写得着哦，迄面顶拢写写个清清楚楚，哎、啊，我伫遐看。啊、我就真惊哦！啊，神龙啊，你不是讲有莲花，他也拢无莲花。啊，神龙讲啥呢？伊讲这啊，像这敢那挂牌啊，这吼，就是敢那求过道，但是拢无来佛堂接近，所以因无了解三宝，无了解自性，无了解灵性，无了解天命，不了解啦，所以无了解，因敢那安怎结缘啦？哦，就是讲缘超脱一拜一劫安尼尔啦。哦，超生了死，敢那超一劫尔啦。安尼等于讲结缘啊，无菜去就对啊。哎呦，我看这有哪会惊你知道？是安怎安尼看过？可能我那有几十万人，拢安尼挂牌啊尔。啊，所以后下我那真烦恼讲，哎呦啊，我可能嘛是干那挂牌啊尔。啊，后下就问先龙讲，先龙我想要看莲花。啊，事实上我是问先龙讲，哎，先龙啊，我敢有莲花安尼？但是咱拍摄安尼问，所以我问先龙讲，我想要看莲花。啊，先龙知影，伊讲有啦有啦。哎，怎安尼哦？伊个。拐杖啊，安尼顶一下吼，后下嘛无惊咯。但是咧，原本即大家唔是全部拢像说安尼挂牌啊呢，安尼顶一下吼，都变啦，规个全部拢啥呢？种莲花，对家一直到天边安尼，哇，全部拢莲花啦，规个拢变作莲花池，哇，香味安尼足香的安尼啦。啊，神龙在底下安尼揢一蕊起来哦，啊，偌大蕊呢？遮大蕊，哦。这是后学的，吼，所以过一阵咧，卖去想讲，哦，啊，唔知有遐大蕊无，无啦，哦，安尼只细蕊啊尔，啊，先拢揢起来洗，啊，伊就讲洗掉你的分别，哦，啊，还你无分别的智慧啊，哦，先拢在底下洗，啊，洗洗念一段咒语，才揢学后学。哎呦，啊，鼻迄种香味吼，鼻落了，人讲系虾米个神清气爽，哎，后学感觉讲有这种效用，哎，神清志明啊，规个用落拢清透起来。闻到那种香味，整个人都清楚起来了、啊、所以我们天顶那种功德水、哦、可以解脱业障、啊、解脱我们的污名、啊、我们平常很多烦恼、啊、很紧张很怎样天顶的水洗过你就都不怕不怕后来、啊、拿那蕊花拿起来闻了后我才发现说、欸、奇怪呢之前我的感觉是怎样呢是神翁哦，做主辈要带我登去天顶嘛，所以我一直感谢神翁啊。闻了我才发现讲啊，唔是安尼啦，我原本就做，我就是住伫遮，我原本就天顶的人。我是安怎来咱世间啊？怎袂记哩安尼啦？去袂记哩？神翁说了，我讲哦，原来我较早就是遮的人。
这不是单单后方而已，咱各位前行在座所有的人全部都对天顶来、后来咱回去咱就知道，咱如果过那个后来莲花池的时候，咱去洗咱自己的灵台之后，就发现说、原来大家都是对天顶来。后方在那里就看到说、我的莲花这么大蕊，远远这样看过，远远那里有一蕊啊，这样向阳关起来，差不多三层楼，不输那一粒山的莲花呢。我想讲，哇，不得了！我这安呢，迄个一粒山的莲花，这毋知是多个大菩萨，所以我就哇，一直要走去啊，要去看看这类莲花。伫个水啦，迄莲花池啊，有法打落那沉落，你知道？沉落，正开始会紧张啊，想讲哇，毋知淹死哦。结果神翁迄耳孔就伫我边啊，伊就讲啊，讲啊，你若想要起来，就起来。我就安尼哦。就想一个鸟，你刚刚讲一个念头转变，然后就变在打在迄个花面顶啊！啊，安尼甲天边迄边，安尼照你讲，我那真远有哦。你刚刚讲想讲啊，我要去啊，就到啊。刚刚想讲我要到啊，就到啊呢。你安尼一个想啊，就到啊。免讲像咱遮安尼真久安尼有哦，天顶拢免行哦。你想要到就到啊。哦，我想着啊，就已经到啊。我就问神，我神龙。你帮我看那类大类的莲花在哪里，所以我就在你的脚底，我在那看、差不多面汤这么大、我就说、神龙这是怎样、神龙来你来我就来、来之后神龙主笔说这啊这类啊是你们师尊、就是我们济公老师的莲台、我们活佛师尊的莲台、有很高兴，因为是怎样说呢，你看到人那个德性、这么啊这样威严，咱若看到咱家己的这個，咱就知影讲哦，咱的德性足无够。但是你看到老师吼、你就有迄种感觉讲哦，安尼特懂，对这個、特懂哦，对咱老师吼、第一我做主笔，所以神龙讲啊，伊讲咱的灵性是平等的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年代其实拢差不多，大小类差不多啦。老师咧，伊个累劫修行修几千年嘛，是靠安尼念嘛，嘛无讲偌大，但是差别伫倒，每一个人的德性是无同的。德性无同款啊，就是讲感念力的人无同啦。咱每一个咱求过道的，咱大家拢感谢天恩师德嘛。咱所有的大仙，嘛是拢感谢咱老师啊，给咱这个指点的恩德嘛。所以，伊若不管是大仙还是所有正道的，大家拢挖伫咱老师的莲台边啊，才变作一类叫做九品莲台。所以九品莲台是看德性来彰显，唔是讲。哦，我修什么就变成九品莲台，不是这样哦。即阵咱台湾有的是讲，哦，伊的法门变成九品莲台，啊，你这就修恁这叫做七品莲台。我看迄无妥当，迄可能你骗钱的。天顶你看无这种差别，看你的德性，你德性彰显的越大，你的莲花就愈大蕊。实际上不是讲莲花大，你的德性大了。我、这要安怎用印证呢？有法言讲，咱世间大家都相信啊。你看咱在座。敢知影恁阿祖伊个生日还是伊个忌日？阿祖要会记得无？阿祖的可能都袂记得啊，阿公可能要会记得嘛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唔只讲行袂过三代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子孙啊，搁较牢固，行袂过三代，香火就断去啊啦。虽然有滴甲你拜嘛，唔知影当时爱拜，哎呀，变作公妈去啊，公的跟妈哦，就是讲阿公阿妈安尼尔啦，是不是啊？对嘛？啊，咱讲讲别人的祖先，咱会去甲拜，有无？拢无吼，有呢。我都捌去拜别人的祖先，我捌拜韩信的祖先。咱老前人我都捌去甲拜，咱老前人甲咱也无共公妈是安怎，咱会甲拜，因为德行庇荫着咱，是不是啊？咱那个当作咱的祖先共款来拜，是不是啊？对嘛？所以清明节大家拜望，啊，若有闲嘛是会去福山甲咱老前人拜墓啊。对不？哎，不是你的祖先，你才来拜啊！因为伊成就啊，修道成就，所以众生感念伊。同款天顶嘛是同款，看年代就是安尼看嘛。众生感念伊，你的对不？你的德行，你的莲花就大哦。安尼讲有较清楚不？哦，啊，过来神龙佫叫我后下继续听。正手边有莲花，倒手边嘞仙桃。迄仙桃有大粒有细粒的，大粒的仙桃差不多一半，一根的一半才大粒。天顶的仙桃，迄改良种的，较大粒。
咱这间这么大了，你想讲哦，这等于等于这吃三年嘛，吃袂了，啊，这大了，嘿，真正这大了，迄树啊，那一堆你都看到，哎，奇怪啊，它是一粒仙桃这大了。啊，有下就问仙翁讲，啊，仙翁，啊，这是安怎？它有莲花，佮有仙桃。啊，仙翁讲，莲花代表发心嘛，还是讲立愿啊，乐观啊，哦，叫做发心有莲花啊。但是你要了愿，你要行功，叫啥？一粒果啦，哦，你要公园果满叫果啦。所以后摆咱回去要去天房的过程中，伊会看到莲花，佮会看到啥仙桃，就知影讲咱家己的发心佮咱的德性有合无合。有的人莲花足大粒，但是咧，伊的啥，伊的仙桃一小小啊，表示啥？哦，这个足好讲的，愿大果小啦，足好讲含满足。哦，等于天顶你就知影讲啊，后摆这可能嘛是安怎，佮袂知啦。啊，有的人虽然讲一条愿，但是也够真大粒。你不要想哦，这个呢，这个叫做守愿嘛，哦，始终如一哇。虽然讲刚才一条弯，但是伊嘛成就。所以咱你看，咱做真侪代志，拢会使成就。这等下后下再去讲。过来，先拢着带后下去看天榜。较早后下求道的时候，我拢想讲天榜，我好天榜可能像这乌榜啊，安尼一个乌榜安尼尔。叫等于个天顶才知影讲天榜是一个所在。啊，天榜有偌大呢？哦，比咱台南市搁较大，哦，迄内底有巷有路安尼，比咱台南搁较大啦。迄我伫看，我惊无头，反正迄搁比咱台湾搁较大，比咱地球搁较大。迄敢若一个天榜无穷无尽，有够济就对啊。所有修道人，会好做好做歹，拢伫天顶拢记。啊，有下落去啊，啊，神龙就讲，啊，这个内底藏的是你的功德，我有下足欢喜的。因为我想讲，我可能无功德，哎呀，啊，唔知会出车祸，结果神龙讲有，你有功德。啊，后下功德是用一个桥啊做的吼，金色的软桥，新民桥啊，迄种啊有。后摆咱大家等伊看到的拢无同款，有的人可能看到烟头啊，有的看到啥拜点啊有啊，像咱这拜殿有啊。啊，有的看到啥，像后下看到这烟啊嘛有啊，还是讲这轿子有啊。啊，佫有一种表示讲，你若看到这個，表示你功完过万。看到莲台啦，哦，一个莲花有哦，莲花，和你卡徛嘛会使，和你卡坐嘛会使，迄表示你公园果满。大家人修行的程度无同款，等于看到的无同款。啊，有遐看到的是啥？迄、那个桥啊，啊桥啊面顶有写有遐个名，啊都入去啊，啊入去内底伫遐看，哦一张纸，大张的哦，金光闪闪只大张，啊写表文成就，表文成就，甲咱迄张表文一模一样，哦表文只是变成放大版大张的。然后就开始编开啊！我面顶写啥呢？古早字，迄刻度文啊，古早的字有啊。所以后摆咱回去吼、哦，看，迄袂晓读册，拢会变会晓读册。是安怎？迄天顶迄字吼、哦，咱中国自较早到即阵的字，所有款的字拢有啦。哦，繁体、简体、古字、篆书、隶书，逐项拢有啦。啊，但是你看这种字，你阁袂讲啊？我都无读册，我看无袂。迄、那个字家己会布声。哦，回去伊个字会讲声就对啊，所以外国人那求道回去，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伊会用伊哦，伊若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，哦，这个是写啥物。所以回去天顶拢袂叮当就对啊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喺天顶啊，设想做主导的，啊，伊个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就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下回去。用伊哦，伊若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，哦，这个是写啥物。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就对啊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喺天顶啊，设想做主导的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就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下回去会晓看啥古早字啊，篆文甲刻度文，后下看有。啊，面顶就开始，面顶写啥呢？正开始头前遐哦，拢写。度化有功啊，就是当时你去度人啊，你去度人啊，人来求道，你就度化的功德。啊，过来后边佫现现咧，后边佫写啥？你去度人啊，伊无来求道，但是咧，安尼你就有劝化的功德。所以咱度人有两种功德哦。第一种就是讲，咱去度人伊来求道，叫做度化的功德。啊，第二种咧，你可能较憨慢啊，口才较无好，所以讲度人，人拢讲无爱无爱。但是咧，你有去度人就好。你有去度人，功德就算你的，
哦，伫天顶看讲，有来救救到，无来救到，是这个人的缘分啦。啊，有去做，无去做，是咱的功德啦，咱家己会用做的。安尼有了解吧？吼，天顶的功德有两种就对啊啦。一种就是讲，咱世间看有的，咱有写到的；另外一种，咱拢无注意的，天顶帮咱记。哦，就是讲咱劝化的功德，天顶会帮咱记。你有法度去度人，你就尽量去度人。哦，免惊讲哦，安尼无结果。你只要去讲讲，天顶就记你一笔就对啊啦。过来后边阁有虾米功德呢？后边阁有啥呢？然后写一寡讲哦，咱布施的功德。像讲咱来道场，咱有捐钱啊，还是啥有哦？啊，面顶拢会写哦。后下有一摆发挥啊，闭班了，我就再班完回去啊。啊，回去伫半路，拄啊看到一个道亲伫遐行，我就讲啊，要搭便车无？啊，就起来怎对山顶路甲山卡？可能几百公尺尔，叫天顶就写哦。哦，代班发挥啊！你安尼捐偌济钱嘞？然后写0.2元呐、啊，两角银呐、啊。哦，迄张发挥你捐两角银来功德，哎、欸，安尼嘛是啊，就是上天看讲，哇、哦！你安尼顺头顺风车嘛，顺风车安尼撸来，再油钱都要两角银，所以嘞，就甲你记讲哦，你去捐两角。啊，佫有呢，这捐唔是讲干那捐来佛堂才有功德哦。有啊，有一摆，巴肚枵去买便当，结果回来都啊，阮诶楼骹拍一只狗啊，拍伫遐。哎呀，想讲哇，这狗啊看起来那枵甲要死去啊，啊无甲饲好啊。迄、那个便当怎饲一只狗啊？这个有啊拢袂记咧啊，天顶记啥呢？记迄届我饲一只狗啊，布施50元啦。所以无一定讲爱关到人哦，关到狗啊嘛会使呢。哦，迄天顶足公平就对啊啦。啊，过来，搁有。像较早后下有伫打工啊，啊一点钟，目中我一点钟赚40元，我来佛堂，因为要来佛堂，所以我要请假两点钟，啊等于我就了80元对无？你了这80元，神父来帮你记，伊会甲你写讲哦，代工哦，你去上研究班啊，你就报死偌济80元银，哦，就是讲上天，你若讲今日爱来道场做工，哎，爱道场有活动，但是你爱去做工课有无？啊，你怎请假？啊，请假是不是你就了？可能了1000元去啊！放心啦，上天就帮你记起来，变成功德财啦，功德财啦。讲哦，你这工你就是等于讲哦，你无去做工课，但是你来道场斗三工，同款甲你算发薪水啦。咱天顶嘛发1000元的薪水，互你叫你布施1000元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哦，所以上天足公平的就对啊啦。啊，咱后摆若要度人，咱就用人讲啊。啊，你看你佛堂的钱要赚，还是看对吧？看你要赚世间财，还是看要赚功德财啊？哎呀，功德财可能看无，但是天顶会帮咱暗记啊。哦，啊，过来够啥呢？即咱今日开班，咱是咪拜医啊？啊，今日若轮到你调班，你才来拜医啊？这种会变作服务啦，服务啦，这种会算是有一种功德啊，但是这种功德足少的就对啊，这算服务尔啦。都轮到你，你一定爱来做，你无做就变作无人做。所以这算是轮值，这种服务的功德尔。但是有一种功德真大，就是啥？今日明明都唔是轮到你，但是你提早来，提早来，才提早来拜院啊，提早来整理佛堂，哦，这种功德就大。安尼有了解吗？哦，就是讲。无人叫你爱去做，但是你用主动、自动、自发这种的功德叫做无畏施哦，这种较大，这种的这身份吼、哦、会帮你记起来。啊，有的咱来佛堂啦，今日来做啥，咱就记啥有哦。这种的可能身份就帮你直接用，看你记啥，伊就甲你记啥。所以较早后黑哦，厝内底拢有一本簿啊，因为后黑较散啊，我拢会写讲今日来佛堂捐偌济，今日做偌济，迄天顶竟然嘛是同款甲你记起来呢。哦，天清清楚楚，可见吼、哦，因为我较早唔相信讲真正有一个天啊，但是即阵就相信了，真讲天顶有，啊无咧，他有法度讲我直接写啥，天顶就写啥。哦，确实咱这天地人讲有神明啦，额头三丘安怎有神明，确实啦，确实。哦，啊，迄内底咱道场做啥物代志，哦，我后下你看拢有功德咧，后下内底讲吼。我有一摆板刀啊，板刀原本就爱学习打毛巾呐、啊，哦，咱伫门口共交代，叫伊刚困了伤晚，困伤晚，你去到佛堂，人就已经伫遐拢伫遐就位啊，啊，你就无代志做，我就互人进锁了，怎去？就遮佛堂啊，啊，拄啊楼骹，阮有三个求道人伫遐，啊，无人甲因
陪因啊，我来就讲啊，卖客气，来来来，食水果，食水果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四个人都甲迄盘水果食好了呢。我食煞，超值讲师就讲啊，咱楼上办到，就去哩啊，因三个就去哩啊。后下想讲啊，无代志啊，好啊，啊无水果也食好了，啊来等。所以后下去盖板刀去佛堂，第一无做打毛巾，第二无陪谈，无办到嘛无伫后边。讲咱讲迄只叫做护道拢无啦，唯一去迄届来佛堂做的就是啥，食水果，干那食水果尔叫做上天记晓哈，讲迄摆去佛堂食水果，安尼做得有功德，是安怎讲做得有功德？啊，你拄好无人招待，你甲伊招待着，哎呀，你都伫遐安尼都有功德。所以咱道场咱即阵有伫办道，大家成功了愿足简单嘞，啊，你伫外口吼要成功了愿足困难嘞。你用观添油香好啊，去外口添的，有的人迄凡是伫拜神地的有哦，地啊比赛大只迄种的，你用观落去变作杀生去啊咧，啊，迄观愈济，毋是杀业愈济，是毋是啊？所以咱道场无杀，那这个是较好的。哎呦，我伫遐看哦，这种功德真济，我都看甲足欢喜。啊，神龙就伫外口伫话讲，哎、欸，你出来，你出来。哎呦，我就伫遐原本出来。头我看到神龙头拢累累啊，想讲神龙救命恩人啊，啊叫看到迄看看的时候安怎，都压头啊，你知道？哦，我就想讲，哦，我功德袂少哦，哦，神龙我甲你平起平坐哦，啊，都压头啊。结果神龙讲，你卖欢喜，你卖欢喜，你有看到对面这边无？我一看对面有一栋乌色的三层楼，嗯、啊，神龙这栋内底是你求道以来的罪过错啊。哦，你做歹代志，我好代志是安尼，啊，歹代志是三层楼咧。哦，啊，先讲你嘛入去看，有法就入来看。一楼内底写的拢是啥呢？一楼内底写的，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有法就要讲这个好。一楼内底写的是咱修道吼，甲咱乐观有关系，立愿呐、啊，立愿了愿有无？那有讲咱有天下来道场啊，人。可能有人出车祸啊啥，咱就要渡人有无？啊，大家有当时讲啊好，我渡一个，我渡两个，我渡五个有无？啊，你讲我渡五个，你就爱去渡，你若无去渡，这就变成立愿不了。上天伫看这种愿力有两种，这种第一种就是写表文的愿力。你若有写表文呢，每立一条愿有两位护法神，哦，落一条愿有两个护法神会甲你帮助就对啊。上天会派两个护法神甲你助道就对啊。啊，你若是讲立愿，啊，够另外一种就是讲随口诶，等于那是讲咱出口成愿有无？这种诶，就是讲你嘴到讲诶，这种愿变作讲生活，伊就是讲你要搁会记咧，你的意念有迄种善念，甲天上会用通诶时阵，护法神才会对。啊，你若等你这个意念无啊，护法神就走。哦，嘛是有差别的对啊。咱讲这个愿力有无？有诶人讲啊，我有愿力就好啊，我无一定爱前靠有无？千口我食菜就好啊，我不一定爱落千口愿有无？迄不一定哦。你若有立千口愿，起码护法神甲你对。但是你若无立千口愿呢？但有一天你无想要食菜，迄就无啊。哦，迄无共款就对啊。这种嘛是有差。啊，内底后下看吼，一楼内底立愿不了的狗屋，啊，佮另外一条咧，另外一条人道未全那个，就是讲咱人道尽了无好。对家己的爸母要搁恶业啦，来道场虽然讲哦足尽心诶，我啊回去就冤家，哦，这种也袂使了哟，天顶你看袂使了。所以咱各位真诶，咱来道场回去嘛是爱安怎？啊，做人好媳妇，做人好囝哦。你袂用讲哦来道场叫做讲师回去安怎？吼、哦，要甲爸爸妈妈拢安尼叫因听道理，安尼个用话袂使了哟。哦，咱道是人道哦，天道对人道开始修，所以咱。唔管讲你是清修还是虾米，你等于都是爱友好父母。哦，咱道场是安尼，圣凡爱兼顾的对啊啦。哦，啊，无这天顶会记一个人道未全那个。佮另外一点，就是让大家知影讲求道无简单。后下伫天顶看到，内底有两条狗，两条狗是啥啥呢？就是讲因答应后下要来求道，结果无求。就是讲未记哩，后下未记哩，你知无？无带因来求道啦。但是伊连讲好好，因要来求道啊。啊，后下无带因来，叫天顶讲记下来讲啊，这个人求道的机缘已经错失去啊！哦，这世人求道的缘无啊啦，伊后一摆求道的缘咧，也边啊写写十世，伊啊投胎转世转十摆了，才有可能来求道。
佮另外一个咧，边啊写啥？投胎转世啊，转30岁，伊要当30岁，佮去做牛、做马、做人，不管当30岁了后，才有可能来求道。我有啊，伫遐看看甲卡零手零啊，因为咱即阵咱唔知影讲即个道遮尔啊尊贵啊。啊，后来后学病好啊，我就想讲啊，安尼迄个时阵伫天顶看到，紧来找因嘛，紧带因来求道就好啊。啊，去到遐去找伊，无得哩。因隔壁讲啊，你找伊要创？我啊，我想要带伊来阮佛堂拜拜。伊讲啊，袂赴啊啦，啊，迄、那个都出车祸死去啊，出车祸死去啊。另外一个搁去找赵干净死去啊。哎，甲一个大后学一回，一个大后学两回啊。但是咧，天顶看到讲过去啊，你知道？回来才知道两个都过身去了，啊，过身去他们又要求到了，要当10岁到30岁，一岁算30年就好，啊，10岁就要300年，300年才会遇到一个修道人，哦，这个实在不简单，所以我们说这时候要办道求道，哦，不那么简单啦，啊，那修道在天顶看的时候呢，跟大家做见证就对了，再来，一楼里面，哦，就是都跟我们办道啦，天命有关系，二楼里面呢跟咱的佛规礼节有关系，哦，咱言行举止、佛规礼节有关系。啊，这部分哦，因为真济啊，拄好有真贤有帮小学整理一本册，啊，各位真贤若有闲，再去看一本册。啊，小学讲绝对袂使做的部分，好，大家就好啊。哦，绝对袂使做有几项，第一项，咱佛堂吼，咱佛堂是弥勒祖师的佛堂，弥勒祖师上大的愿力就是讲，不爱胎。众生啦，不杀生的对啊，不爱杀生，所以咱来佛堂吼，咱来尽想办法卖去杀生，安尼有了解吗？咱来佛堂，就算讲要摒扫，迄有迄带啥垃圾啦，有蜘蛛啊，尽量卖甲拍死，扫扫的就好啊，扫出去外口，还是请出去外口。啊，那暗时啊，在佛堂开班班啊，真济点蚊啊香，但是咧塔门吼，你要开一旁啊，卖讲安尼，秘书讲一定要互因死安尼啦。袂使咧，咱佛堂，这是咱老蜗牛的佛堂，咱弥勒祖师的佛堂啊。弥勒祖师的愿力就是安尼，咱袂使杀生就对啊啦。啊，那已经杀生要安怎咧？就是讲，天顶你看吼，迄种灵的部分，就是讲，你若帮啊，规个人你甲拆散，拆做帮啊，迄就是一个人安尼啦。你一个人遮大安尼啊，规个甲拆做帮啊的灵魂，看超几万只安尼，就表示讲。几万只蚊啊，拄好一个人的灵魂，安尼啦，安尼有了解吗？所以咱人叫做全灵，蚊啊叫做残灵嘛，变作幼啊，安尼尔一挂。啊，伊幼幼啊，伊要安怎才能够变作人？伊要来做登到这个缘到有无？你啊，把这种规个人可能有一万摆，伊都爱登一万摆了后，才能够变登来登做人的对啊。所以这你看讲天顶你看哦，嘛是真慈悲啦。所以咱。哦，尽量来佛堂拢卖台，哦，安尼唔知做会到无？那有法度，咱尽量做。啊，厨房呀，有加抓，有啥物有无？咱尽量摒好清气，都袂有加抓嘛。啊，菜啥该收的该变的变好，哦，卖讲安尼坑对呀，当然都可能生虫生啥安尼。好、哦，第一来佛堂卖杀生，第二来佛堂卖讲是非啊，人讲当地话啦，卖人讲，无都无。咱就卖讲，卖讲，大概就伫遐，诶、欸，人去点专书讲啥讲啥，人点专书都无讲，拢你讲，哦，这袂使，哦，那讲这個，咱后摆回去拢有一个处罚就对啊。啊，天顶你看讲，这种讲是非的人，伊安怎定你的罪过咧？伊就是讲，那是讲啊，咱有的人讲讲要讲人歹话，拢、欸、诶，我甲你讲，我偷偷甲你讲，你唔好去甲别人讲哦，哦，是不是拢安尼嘛？但是这个就足好讲的，这个大嘴鼓出来就哇，四界雷啊！你虽然敢若甲伊一个人讲尔，照你讲敢若算一条尔嘛，结果天顶你看，毋是这个足好宣传的，出来上尾要500个人知，你这条歌就变成500条，你敢若讲一句话，啊就变500条。哦，所以来佛堂，咱唔好讲人歹话，哦，啊互相爱互相勉励啊，哦，咱拢是一母之徒嘛。所以咱若讲啊，什么人做不好，什么人做不好，这定义是安怎？不尊师不重道呢？是安怎讲？咱伫嫌咱老师袂晓教，啊，毋是讲会互相批评，对不？安尼变作不尊师不重道。哦，所以天顶伫看是安尼。啊，佫有一点，佫有一点，就是啥呢？咱来佛堂吼，佛堂毋好贪占佛堂的功德，
什么叫贪占佛堂的功德？困倒定定会做，因为较早学校定定伫厨房，厨房有当时拢会剩真侪菜有无？真侪菜，大家拢安怎处理？啊，无就大家搬挂都叫关灯去啊！哎，拢无甲点文书讲咧，这袂使哩哦。安尼了解吗？那佛堂的都是大家献出来啊，献来佛堂要有大家食的，就算食无了。迄嘛爱点文书，还是讲佛堂这边的单主讲啊，安尼咱都分真侪侪，大家有法多尽量退转去，安尼都无做过。啊，若无讲，你怎直接讲退这秘书咧偷退佛堂的物件？安尼袂使，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啊，佮有咱来佛堂嘛是同款，那是讲佛堂有当时有献果，还是献虾米物件？迄是人献好佛堂的。咱有当时咱来佛堂，咱拢大主大义的讲转送出去有啊。转送出去要人讲啊，讲者，人讲啊，咱这今日这届供果吼是带来真言献出来，哦啊，这届咱来感谢伊安尼，我安尼唔只无共占着人的功德，无人拢认为讲是佛堂的功德。咱知影真侪道亲，有诶道亲吼，像我真爱民主，伊来道场做虾米代志，伊希望讲咱会甲报，你知无？啊，咱拢唔知影，都无人会去感谢着啊，然后变相考人，安尼无好，变相讲考验啦，安尼无好。哦，啊，二楼内底拢是像这啦，富贵礼节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到三楼诶，三楼内底就变作咱起心动念，愈有就对啊啦，愈关定愈有。啊，起心动念拢写啥呢？咱有阵时想贪想懒啦，啊，要讲害啦，要讲骗啦，天顶拢会记哦，哦，记较详细。哎呦，我伫遐看，看甲讲，哇，真艰苦。原来我嘛是安怎，罪过满身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神龙在底下话讲，你落来，你落来，我落来看到神龙，我都唔敢讲话，我都跪落来哭啊！啊，求神龙下罪啊！啊，神龙，你卖惊，你卖惊，今日和你看到这吼、個，是后黑的一个缘就对了啦。啊，神龙讲，伊讲，唔管是你看到你的功也好，还是你的过也好，哦，即阵你伫道场修到办到，啊，将来啊，功完过完，都一并拢甲你消掉就对啦，还你本来的面目。啊，你若时进时退啊，三心两意嘞。你做什么因，你就爱受什么果，就是讲过去世有法把胎人，后世就爱行命。哦，就是讲这世因为有求道神佛庇佑嘛，已经脱过啊。但是后世咧，你若歹修后世，你就爱行，同款意思的对。啊，神龙主比讲三年了后，你有一个机缘，哦，会使甲这甲大家结缘就对啊啦。哦，啊，神龙安尼手一撒咧，有法讲慢慢啊，才对天顶落来。啊，落来啊，跪伫门窗顶哦。我哭到跪的这，迄当啥？人讲的鼻涕眼泪哦，流到跪，跪的啊！哦，迄可见，有法唔知啊，但是安尼一直拜一直跪就对啊。啊，当初神龙讲三年，有法嘛唔知影，一直到安怎呢？过三年了后，啊，这三年中间啊，一寡道亲知影讲哦，有法出车祸，啊，有一个经验啊，所以有当时会去讲，但是真少人知影就对啊。结果三年一到。拄好咱台中遐正和佛堂，因讲要出一本仙佛显化专辑，啊，找药学去做。哦，我找药学讲啊，希望药学写出来。哎呀，写下来，结果一直到十月五号迄本才出来。啊，十月五号是啥物日子呢？药学出院迄天，拄好满三年。迄本出来拄好满三年。哦，这是来神翁神功后壁才印。啊，过来咧。迄、那个刘君良刘讲师，咱知影《法医崇德》的主编嘛，咱编咱杂志的，伊就进前就先请游客去迄个中华迄边遐讲课，啊，就去遐讲，啊，游客就讲啊，先拢当作讲三年一个，啊，刘讲师伊就甲游客即段怎编伫后一期的啥，诶，一本《崇德法医崇德月刊》内底，《感应三千》内底，伊就先甲编入去。但是咱这订吼，咱这订杂志，大家拢是进前。一个月、两个月就先定讲这期的就对啊，拢先定，唔知啊嘛，大家拢唔知影讲这期是啥物内容啊。叫刘讲师卡一通电话来讲，范讲师，足神奇的呢。过去吼，逐个月拢上济一摆6000本啊，平均差五千几本的呢。用这期几本你知哦？21500本，我无代志，加几倍，加4倍出来就对啊。哦，啊，伊就讲啊，凡事这就是讲神龙讲的，应该大家记。啊，因为就是安尼，啊，所以后下慢慢的可能就较有机会出来道场，甲各位神人分享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后下，对这个求道、修道、办道，以及出车祸、哦退道啊、出车祸啊，甲今日
一张经过就对了啦。哦，啊，嘛是算讲和各位前贤做一个见证，和咱了解讲，咱道场常常你讲，哦，有三真呐、啊，三真海味，呵呵三真呐、啊，哪三真？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嘿，都、就是这三项是真的啦。我今日学学伫遮，会能甲各位前贤做一个见证，做一个讲，哦，保证讲啊，确实，哦，神佛拢唔捌骗啦，拢是啥？咱伫骗神佛，吼、哦，嘿，啊，天顶确实就有这种借力啊，有一个天，啊，天顶的殊胜吼，确实足重庄严，啊，神佛确实真慈悲啊，哦，真慈悲啊，大家，咱若有法度，咱啊尽量去修，有法度去度人，咱就尽量去度人。啊，咱在座有真侪老菩萨，可能咱啊较无法度去度人，免紧。哦，咱尽量，咱的脾气啥，咱就爱安怎吞忍会调就对啊。我卖讲时大呢，乌白动脾气，这无明火啊，拢无法度就对啊。安尼对咱家己本身的德性无好啦。哦，啊，今日休学就讲到这，啊，各位前听敢有人有问题？有无？哈、啊？有命，大家一定爱成功哦！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也讲声的对啊，所以外国人登那求道登去，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也容易哦。伊那个会向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可以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什么。所以登去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喺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的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下登去。啊，电文书各位真贤，大家好，大家请坐。啊，不敢当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拄正第一节课，安尼讲的速度敢会伤紧？没哈。没有听到。哦，好。啊，过来休学哦，讲第二节课哈。啊，对金门回来了后，休学就去哦，算正开始嘛，回去台北。你台北办桌啊，迄个时阵阮。有一个王讲师，伊咧开安亲班，啊，有法去遐斗三工。斗三工有一摆吼，阮就带迄个国校啊，三年，一年嘛有啦，一年三年吼，拢总有六个，六个学生伊就讲要求道，啊，就甲因讲，我就讲啊，明仔爱穿整齐服装，哦、啊，穿学校制服，咱来求道，啊，大家乖乖。啊，学生大家算完了真心笑，伊就问啊，讲老师啊。求道是要拜什么？我就说拜仙佛啊，他就开始问啊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哇，哦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其实咱讲的仙佛长什么样子，拢是咱想出来的。哦，正港的仙佛生出啥款，咱唔捌看过嘛，对不？咱看无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这囡仔太安尼哦，这个手、口齿这样尼啊伶俐的安尼吼，啊就讲啊，只要你吼明仔乖乖的，你就会看到仙佛啊。哦，安尼来看到仙佛好，啊，过天刚因就讲好，安尼我要来看仙佛，啊，就六个就来佛堂吼，啊，因为囡仔嘛，所以就无开示道义，就直接请单，啊，请单点文书，迄、那个请坛词啊，一念落吼，啊，念落了后，迄内底啊，因六个原本徛好啊，真精济啊，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，啊，老师，紧走哦，佛堂有鬼哦，哇！哈哈听出来，哇！一个出来，大家就拢走出来啊，拢哇，紧走，紧走，哇，走出来，走出来以后，甲王讲师就约出来啊。王讲师约着了，讲胡说啊，佛堂怎么会有鬼？佛堂